今天就是吃啊，今天三阳过生日就是吃啊，哎，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啊，让咱们今天啊吃不饱不睡觉啊，今天吃不饱不睡觉啊，必须都有好吃的啊。让老大高兴快乐，嗯，欢迎家人们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，家人们咱们先点点亮啊。哎呀，今天那是蓬荜生辉呀，啊，家人们今天是朝气蓬勃呀，啊，今天咱直播间是热热闹闹，其乐融融啊，啊，在这个风花雪月的日子里，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Seven 的生日 party 啊！告诉啊，今天这个生日 party， 家人们，感谢我水火生自然大哥，感谢家人们送队伍，感谢我米粒爱上奥斯卡，谢谢大家！今天咱们家这个生日 party 呀、啊，老铁们看不着。三阳爹特意往中间画了个大嘴，家人们啊，意思就是过生日就是吃啊，就是吃和喝啊。生日 party 得趴着过，生日 party 必须得吃啊，趴着吃。生日快乐家们啊，咱们先上上人啊，咱们先上，一会儿咱们再吃啊，一会儿咱们再吃啊，哎，一会儿再给大伙看蛋糕，蛋糕是咱自己做的，老铁们啊，蛋糕嘎好，里三层外三层啊，有牛肉有鸡肉啊，有各种水果啊，哎，里边还有什么媳妇啊，鸡肉啊，牛肉啊，咱们今天还给狗蛋子吃牛排，老铁们啊，今天三爷特意整了啊，我今天特意整的牛排啊，今天咱直播间那是一人一块啊，所以今天好吃特别多啊，今天咱们家直播间好吃的让咱家狗蛋子啊各饱口福啊，必须口口福福的，四哥行不行？啊，我四哥呀，妈妈过生日你高不高兴啊，四哥啊，三元爹你也得趴下，咱们趴着过啊，看腐妞啊，家们，哎呀，看腐妞啊，咱们，哎，咱们来直播间第一件事啊，就是看看家腐妞的大肚子啊，腐妞马上快生宝宝了啊，好啊，腐妞我看看，哎，你看这大肚子，家人们，这大肚子啊！马上，我估计妥哥今天上妥哥那去了。妥哥说啊，正常不是25号吗？25号是60天预产期，但是呢，他的意思说明天有可能就生了，有可能今天和明天两天。他说58天吗？要是58天的话，那真就是明天啊，家人们，58天，明天是正好58天啊。明天周四吧，58、59、60，明天正好58天，也就是说明天能尿奶了，必须有奶呀！现在有奶，我不敢往外挤。现在是初乳，那天我挤了，的确是有奶。他现在初乳，咱先不给他挤，这肚太大了。媳妇儿，你看看肚大不大啊？媳妇儿，啊，我媳妇儿大的也来了，啊，哎，你看，看见吗？啊。大腐妞这肚子大不大啊？媳妇儿，你说这肚子有没有Seven曾经的肚子大？忘了，有没有Seven肚子大？感觉呢？媳妇儿，你说你感觉肚子有几个狗蛋吗？媳妇儿，咱说肚子里有几个狗蛋吗？啊，媳妇儿，你猜对了，你猜对了，你要猜对了，媳妇儿，我给你2000块钱。你给不给我那钱都是我的，我用你给啊。我媳妇儿说的那是没毛病。啊，媳妇儿，那你要猜对了，你给我2000块钱。我为啥要给你2000块钱呀？那我没钱花呀。又不是我生，我才是没钱花呢，好吗？完了，这，
一打赌没有意义的啊，迷糊啊，嗯、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，家人们，啊、咱们上一下人啊。一会儿吃蛋糕，一会儿吃蛋糕，咱们先别点亮了，你们，咱们先别滚滚，叫刘大了，今天不是你过生日，三人过生日，你给我滚犊子啊！你太不兴奋了，今天啊，老大。啊，跟老大有关系，跟老四有关系，跟三儿有关系，跟小牛大的没关系啊！人家爸爸，人家妈妈过生日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啊，你是什么色儿的？你心里没数啊？啊？对呀，所以说你奶奶跟你没有关系啊，没的关系。你以后你也不用照顾你奶奶，也不用伺候你奶，也不用给你奶奶买好吃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你关心什么色儿？你不知道吗，明花？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行行行，有关系。小牛说必，小牛说都有关系。哎，小牛说都头发掉了，生日快乐的生。姥姥说的没毛病，就是的。你说他说的那小迷糊跟他孙子跟奶奶没关系，那没关系，那以后就不用买那个啥。你说的跟你有啥关系啊？那是人家奶奶，那不是，那是人家妈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我说错了，媳妇儿。媳妇儿，你的意思我说错了啊？你没说错呀，那给迷糊减轻压力了，谁妈就得谁照顾。嗯，谁妈就是谁照顾。来，咱们吃蛋糕啊，家们啊，点亮了吧，家们，点了一万啊，咱们生日 party 正式开始，家们，咱先把点赞点到一万啊，咱们的生日 party 正式开始啊，一会儿唱个生日快乐歌吧，家们啊，咱一会儿跟狗蛋子唱个生日快乐歌，都准备好了啊，然后呢，一会儿咱往下选选位置，让三元坐在边上。啊，人三个过生日，三元坐在中间，让三元坐中间，小牛蛋子坐在边上，啊，老大坐在那头，啊，咱唱个生日快乐歌，马上上一万，啊，高兴坏了，今天高兴坏了，啊，升调了，要升了，什么玩意儿升调了，要升了，谁呀？上一万了啊，家人们，上一万了啊，然后咱们参观一下子。我看今天咱家都有什么美食，老铁们啊，今天咱们家都有什么美食呢？家人们，今天特意给 Seven 咱们亲自订了一个蛋糕，哦，这个蛋糕是咱们自己做的，老铁们啊，这是咱们今天的美食。嘿，这小迷糊蛋子啊，你想偷蛋糕啊？迷糊蛋子，你竟然想偷蛋糕，你胆挺肥呀！啊，迷糊蛋子啊。漂亮啊，家人们，自己做的啊，自己做的蛋糕，家人们，啊，挺好的，老铁啊，看着啊，然后咱们今天还吃什么呢，家人们？啊，感谢我媳妇儿。你不要说自己，你应该说我做的，要不他们寻思啊，天天啊，家人们，这个生日蛋糕是我媳妇儿做的啊，家人们，感谢我媳妇儿，谢谢我媳妇儿，家人们，由于三人爹感冒了，家人们啊，我今天我辛苦我媳妇儿了。啊，我媳妇又给我打针，你看家人们，你看我这手，你看我手，家人们，看我媳妇给我扎的，看，啊，这个手扎完之后扎这个手，看，家人们看，啊，我，你看，一个手就一个针，这个是不是你扎的？对，这个是我扎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扎这个的时候，本来我不紧张，他说，哎呀，你能行吗？哎呀，你能行吗？然后给我整紧张，一下打滚针了。这个手给我扎的，你看这个手给我扎的，这个手扎的是，对。啊，你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窟窿，这个手给我打个点滴，给我扎六针。你滚犊子吧，这两针。你说我多信得过他啊？我多还有什么东西，家人们啊？还有什么东西？我看今天都有什么美食，家人们啊？咱们今天除了生日蛋糕之外啊，家人们，哎，我今天给狗蛋子，家人们啊，来西兰花，哎。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一块牛肉，老铁们，啊，还有一块牛肉。这个牛肉啊，老铁们啊，一会儿我给它切成，啊，我给它切成五块，老铁们啊，切成个牛排，老铁们啊，一会儿把这个牛肉切成个一片、两片、三片、四片、五片、六片，切成一个牛排，老铁们啊，一会儿的。然后呢，咱们今天一人一片
啊，配上这东西啊，知道吗？还有吃完之后还有苹果啊，还有苹果啊，伙食真不错。今天牛肉啊，一人来块牛肉吃，家人们，一人来块牛肉吃啊，吃牛排，家人们，直接一口闷啊！今天吃牛排直接一口闷，老铁们，然后还有生日蛋糕，使劲扎，扎谁手上谁心疼。来，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接下来咱们先吃生日蛋糕吧，啊，家人们啊，咱们今天现在先吃生日蛋糕啊，一会儿还有磨牙棒子之类的啊，都有磨牙棒子，啥都有，老铁们。啊，红色的什么东西？红色的，红色的，你说蛋糕上面红色的，红色是草莓吗？这不是，我媳妇用草莓画了一个生日快乐，家人们啊，然后这上面装饰品，后面苹果，这草莓，啊，家人们，对，感谢我亲家啊，感谢我亲家，家人们啊，欢迎我亲家啊，我亲家什么上榜一去了？我亲家啥时候上榜一的？来，来，拿点。狗能吃羊柿子吗？我咋不能吃羊柿子呢？我记得狗不能吃羊柿，所以今天我又特意没买羊柿子。谁说狗不能吃羊柿子的呀？啊？我说一下子，狗可以吃，啊、嗯，但是少吃。今天我特意问腿哥了，我问腿哥，我说狗能不能吃番茄，就柿子，它能吃少吃，吃柿子。番茄是不是柿子？那个是圣女果。狗是可以吃柿子的，如果是柿子要注意少量，不能基本就是给狗的一平均一人分两个。嗯嗯。狗吃柿子有什么好处？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好像是谁说不能吃柿子。感谢姐姐哈、啊，感谢姐姐送的穿云箭，感谢啊，感谢姐，感谢我姐姐姐，狗是可以吃柿子的啊，感谢我姐姐姐，给榜一姐姐姐咱给点点关注啊，来，就是你拿你手机了吗？是吧？我手机没有电。啊，那你拿手机干啥呀？我拿的不行。今天光吃东西吃了一小时。哎，你老师都准备好了，你看。也感谢姐姐，感谢姐姐。哎、这怎么了？怎么那啥了呢？你看我四个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感谢朗空飞雪。啊，感谢家人们送的礼物啊，家人们谢谢大家啊！我四个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家人们啊，做好准备了，咱一会儿参加生日快乐日、啊。迷糊说，我今天做主桌。四哥都准备好了，四哥老聪明了，四哥蛋子，你看，别的狗子啊，别的狗没准备好呢，我四哥蛋子先准备好了，往那一坐不动弹了，爱咋咋地，我就等吃就完了。四哥说了，我已经上桌了，才开启就等着发筷子了，啊，就等着发筷子了，必须的，来，我老大，来，怎么坐呢？这个位置怎么坐呢？看一下啊，老大坐那头，老大坐边上，老大不会上桌，老大不能坐桌，老大坐那头。啊，来，小伙子过来，老大准备了，来，老大这边来，老大上这边来，三吧，上里头，哎，好，啊好，坐，老，哎，老大这边会唱歌，老大不会唱歌啊，老大不会唱歌，小明坐这儿来，好，小石头坐这儿，哎，好，老大坐这儿啊，坐好。把三位夹中间，哎，正好咱把三位夹中间，正好这个地方啊，好，小妞儿，三位坐了啊，好 ，OK， 都能看着吧？啊，都能看着吧，家们？好了啊，然后呢，把咱们的生日蛋糕拿来，啊，咱们先切生日蛋糕啊，哎。小蛋糕不能动，扶着坐起来啊！咱一会儿唱生日快乐歌啊！一会儿唱生日快乐歌啊！来，好，哎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哇塞啊，非常的歌嘞！虎妞，怎么累的？哎，那媳妇
一个从这个角度啊，我在指挥，我在指挥，哎，咱唱个生日快乐歌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行了啊，来，哎，行，打火机呢？你给我拿火机去，我拿火机去啊。回回你都不准备好。好啊，我先把这个灯暂时的啊，家人们。啊，不是，跪下，姑娘，你看你又咋的了？这个灯就能亮就行了，姐是不是？太黑也不好，是不是？啊，等会儿，小明跪下，小明跪下啊！老大，老大也要唱歌啊！老大也唱歌啊！好，咱今天咱们共同祝三万生日快乐啊！好，老姑娘，姑娘怎么？姑娘跪下，姑娘来。坐起来，咱就坚持一会儿，孕妇坚持一会儿啊！不就那个坚持一会儿？啊啊！三月生日快乐啊！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啊！福建。
这整得我满头冒汗呢，怎么？哎呀，来点儿有点啊，好来来来点儿啊。你应该让小迷糊坐这边不就好了？那小迷糊坐这边，那小迷糊坐这儿给塞到体育边去了吗？啊？我感觉老大得这么愿意。那小迷糊跟粉妞换位边。小迷糊说 Seven 这边，他那么一瘦一旮旯的，他也占不了多大地方啊。嗯，还行吧。来，来，来 ，Seven 到这儿来 ，Seven 到这儿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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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直接把小迷，哎，小迷糊上这啊，去，小迷糊上这，小迷糊去。啊 ，Seven 来 ，Seven 来。Seven 也不用动啊。啊，好了啊，好了，这就可以了。坐下来啊，别坐好了啊，再往里头推一推啊，好。来，来，出来一遍啊！来，唱一首生日快乐歌。等会儿。用宿舍电脑呢，媳妇儿。就在这就行。啊？这就行是吧？来。嗯。小，唱唱歌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今天大合唱是一点都不唱，啊？哎，我累蒙圈了，家人们，直接他妈给我累蒙圈了。哎呀妈，累我直冒汗。哎呀，今天累我直冒汗。欢迎大家伙来到咱们直播间啊！感谢我姐姐姐，媳妇切蛋糕，媳妇来。感谢我姐姐姐，感谢我 S I 老师，感谢我贝贝姐姐，谢谢我天天快乐姐姐。感谢蔷薇姐姐，永远的宝贝东东姐姐，以及咱们啊，seven 八队雷小天我大哥，感谢三家腐妞，感谢米粒二十奥斯卡，水生啊水火生自然，感谢大哥，感谢叶子姐，感谢然然，感谢咱 seven 小迷糊，感谢朗空飞雪姐姐，还有我毒你姐姐，刚才还有谁？
三爷爹没感谢到的，大家伙不要生气，不要着急啊！谢谢大家伙来咱直播间看三爷的生日 party， 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我慧慧姐啊，谢谢大家了啊！来，咱们切生日蛋糕，家人们啊，祝大三爷生日快乐啊！三爷帽子摘了，再不给劲儿，家人们啊，好了，哎呀，嗓子真那么哑了。感谢我万万干爹啊！欢迎我姐，欢迎姐啊！欢迎万万干爹姐啊！来，一人分盆吃。老四，你干啥去了？老四，来。哎呀，别动啊！来，再一人分一块蛋糕啊！老四，你干啥去？老四，上去！老四说跟他在一块坐的太挤了。你把这家伙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可怜巴唧的，你看石榴，给小石榴挤的没地方了啊！感谢我姐啊，感谢我万万干爹啊，家人们，来上来，老四来，上来，四个上，四个上，四个上来，四个上啊，四个上来，四个上上上上，老四上，一二三上。老四说都没有我的桌子，我上啥呀？我上，我还不如在边上呢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啊。啊啊啊！刀刀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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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吃蛋糕了啊！三万，咱们要吃蛋糕喽！等会儿啊，来分点小苹果吃啊！三万喜欢吃苹果啊，给老大一个啊啊！那小喵蛋子，俺老四还没吃着呢，老四没吃着呢，四哥对不起我四哥啊！哎，四个草莓啊啊！seven， 哎好，哎小明蛋子，小石榴蛋子，你干啥呢？石榴蛋儿，小石榴，你干啥呢？你上那干啥去了？小石榴不喜欢吃苹果，咱不给他吃苹果了啊。那为什么刚才那草莓不给？小石榴吃不吃？他不喜欢吃苹果，他喜欢吃蛋糕。哎，老四没吃，看不着草莓，老四没吃，给小石榴吃。石榴，石榴不喜欢吃水果啊。给老四一块苹果啊！给老四一块苹果，啊，老四喜欢吃苹果，啊啊，蜡烛，喜欢这是绿叶呗，红花当然要配绿叶，是不是媳妇儿？红花当然配绿叶，这一辈子谁来陪？哎，你淌啥哈喇子呀？我都淌哈喇子，太香了，媳妇儿，你做这玩意儿，啊。老实实诚了，哎，等会儿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哎呀妈呀，媳妇，这里边真香！哎，行了，别着急，等会儿吃。小迷糊啊，你唱歌你不行，你偷吃你第一名。等会儿，我想想分几块啊？猫大的也有份儿，咱们分八块，知道吧？啊，咱们今天分八块啊，因为里边还有一桌呢啊。看看那些，哎呀，行了，哎呀，福妞，太香了，媳妇儿，咱做的蛋糕配，哎，行了，行了，等会儿呢，操你妈，等会儿，谁敢先吃？三爸，我没说你，三爸啊，我知道你过生日，福妞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蛋糕让你切稀碎了。哎呀，你看这把狗蛋不听话呀。那你哎，谁在跟前儿吃吃谁不馋。不知道。哎呀掉。啊，我媳妇做的。啊。媳妇感觉这蛋糕好像不够吃呢。啊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你下次买个十寸的模具。下回你做十寸的，啊？猫蛋，哎，行，再等会儿。那点碎的正好给猫蛋子。啊！
再给 Seven 单独来一个，给 Seven 吃两块，行不行，小王？你把这块放那里。因为 Seven 过生日。对，他吃这一大块。啊 ，Seven 吃一大块啊。好了，家人们啊，然后呢，咱们给猫蛋子也来一份啊，家人们啊，给猫蛋子、花卷子，他俩也来一份啊。哎 ，Seven， 等会儿吃，等会儿吃，等会儿吃。猫蛋子，你先放一边吧。不行，一会儿哎，等会儿呢。行了，给我缩嘴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行了，人怎么开楼席了，快吃！一人一块，三碗十米过来。老四来，开始了，三碗吃楼席。这家伙这腐妞咔咔一口没了。三碗来，咱小明窝，小明这个十两开饭了，我的妈受不了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受不了了，家人们。啊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家们！腐妞吃完了就赶紧给他要，他抢他们的。哎妈，老四都造没了，老四没了，是不是这小牛自己的吧？这块是牛肉的，来，牛儿啊，太香了啊！你看，又让老四吃了。哎，老四都吐了，在脸上了。你们这腐妞又……你老大吐的，来，老大这块。这家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下次做个十份的吧。哎，这次 Seven 吃的香啊！哎呀，我看的我都想吃了。那里头那啥，老大吃的去，老大吃的，别着急啊！哎呀，还有牛排呢啊，家人们。啊！我给猫蛋子，里边还有一桌呢，家伙啊！好好吃，咱们。哎呦我操，这里边还有一桌呢！等会儿，起来！啊！来，里边这桌看洗衣，来，猫子快去！里边还有一桌啊！我这叫了几桌，里边80，还要糊呢。大公主怎么是没吃开心？她吃了一大块，哎呀妈，都吃打嗝了。老大，你们看见老大打嗝了吗？老大刚才一抻波打嗝了。三没少吃，他真没少吃今天，啊，开心了。等会儿啊，家人，哎我再找个盆，没有其他盆了吗？里边就这些盆吗？对。啊？对。我先刷盆啊，家人们，先刷盆，一会儿还有牛排啊，咱们几个在吃牛排啊，我就把盆刷一下子啊。对，谁舔舔桌，舔舔桌，谁舔舔桌？妈呀，老大还舔桌呢！哎呀，这家问问谁过生日 ？Seven 过生日 ，Seven 过生日啊！吃的太香，自己做，再加上点紫薯西兰花更好看。紫薯西兰花放表面上啊，它里头就是紫薯的坯子。紫薯和面瓜的坯子，然后呢，你上面放蔬菜呀，里头顶上放蔬菜呀。Seven 妈生日快乐！哎呀妈呀，你别说 Seven 妈生日快乐 ，Seven 妈那不是我的专称吗？今天你应该说 Seven。Seven 生日快乐 ，Seven 妈生日快乐就该我了。怀孕的那个什么时候生？这两天。感谢大家送的礼物，感谢烟丫头啊！哎，这Seven妈这眼神也不好使，你们谁送礼物了？我也看不见，不好意思啊，家人们，感谢大家送的礼物啊！蛋糕怎么做的？就用蔬菜和鸡肉还有牛肉做的，我争取下次做蛋糕的时候，外边那个那层吧，最外边那层，我看看怎么研究用那个，哎，做成那个什么，做成那种奶酪的，不对，奶油的，看看怎么才能做成奶油的，整成裱花袋，哎，给它裱一下子。Seven 是你生的吗？你生的啊，老铁，这个我不跟你争啊。
蛋糕是你做的吧？那我做的，做的时候教教我们呗。其实可简单了，老简单了，就是往一块一蒸就行。啊，晚上咱们吃牛排啊！你踩我脚了啊！踩你脚了！再给麦序上好朋友大哥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啊！咱可能有没照顾到位的朋友们啊，谢谢大家伙来看 Seven 的过生日啊！说那话的糊涂，就做蛋糕的就是费时间，你知道吧？你就是把什么你想要什么颜色的东西，你就把这个东西跟那个鸡肉在一块搅成泥，搅完之后，然后裸的一层一层的，然后就上锅蒸，皮子就出来了。我也不会，那你说那几年疫情，那蛋糕也买不着。也买完那没招了，只能自己做了，不自己做咋整啊？要不他们也吃不着啊，就自己学着做。放面粉吗？不放面粉，不放面粉。哎呀，家大 seven 今年七岁了，敢问一下酸菜吗？啥什么时候到？酸菜卖酸菜了吗？上吃牛排了，快来！啊，卖酸菜了吗？我都是牛排，我起来。你卖酸菜，我说你卖酸菜了吗？没卖酸菜呀，这到啥呀？家没卖酸菜，现在。老四来，老四来，小妹妹，老四来。坐这吧，行了，不要走了，走不动了，快来，三位来，老大坐这吧，老大坐这啊，好，来，三位来，老坐这啊，好，三位来，到这里头啊，小迷糊你过来。小迷糊，你哎呦我操！咋有了我？来坐，好，太香了，我知道太香了啊！好了，今天我必须把这个牛排呀给你们整的那是明明白白啊，大家都有份儿啊。三文七岁了。我想知道这个盆是厨房的还是这屋的？那肯定是这屋的盆啊！啊，对吧？这盆是这屋的盆，比我喝水的盆吗？嗯，不是吗？因为你老拿蒜。我怎么能拿蒜呢？啊！在煮的时候，这块牛肉挺大。等会儿，咱坐下，坐，咱坐下，坐，退，等会儿吃，我先，总要分一分，咱坐下，坐好了啊！你们这应该怎么切呢？这么切还是这么切？啊？这么切？对。啊？对。你一片一片切，你别从中间切呀。我肯定得从中间切呀。你别从中间切呀。我不从一片三份吗？你切那么大，你就切这么宽，一条，然后他们能吃，一人吃两块多好啊。你咔家整那么大一块。别放盆里，一会儿这个就得倒。哎呀妈，你那应该这么好像应该大了，给小牛肉蛋的。啊！哎呀，不用分呐。哎，等会儿呢。老大还得洗，给老大跑一下啊！老大，给小子来。坐，退，等会儿吃，退，再退，等会儿，别着急啊！我给你们配上点东西，咱们再吃，别着急啊！配点小花花绿绿啊，好看。是不是？哎，别着急，
盆里都没有青菜，这盆里都没有西红柿。哎，你瞅你分的。行行行，知道媳妇儿，知道我错了啊。现在行了，三坐坐坐，三坐、这个、退。你这个再这样的切切个几块？再切六块啊。啊，剩下那点给包的花卷子。啊，行，这块给他俩一人一块啊。不许动啊！弄弄弄弄弄！啊，一人分一点啊。不许动啊！啊，你看都不想走，哎，你看，他们几个都不想走，欢迎大家伙啊！来。感没感觉他一说快快快，他们都扑噜扑噜的，感觉好像，感觉好像都要去踢球啊！明白，使劲喊，快受不了了啊！不行，我要吃牛肉了。一说快快快，感觉他们好像要去踢球了啊！我要吃牛肉了啊！一人一块儿啊！行，媳妇儿，行行行行行行行，给你拍个视频呢，媳妇儿啊！咱记录一下，一会儿咱这个挂一块儿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刚才有七一块儿的挂，你们那边儿的屋里没拍？没有啊。啊，行啊，那你叫一下子，哎，好，一会儿我喊三个啊。等会儿啊。哎。等会儿啊。好。自己吃自己盆儿啊，咱自己吃自己盆儿啊，好。老四这边点，老四这边点，好，来，各就各位，一，不许动，我感觉喊死硬了，又吃那塞子那个了，感觉，啊，哎，你越往那边，这老四这盆都不对称了都，不是死硬要吃那个他要，一。这下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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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吃啊！六六六六六六六。哎妈呀，老福妞又吃别人的了。你这三分，这三分，三分三分。福妞不吃太多，福妞自己吃完一盆了啊，家人们，她自己吃没一盆了啊。老四居然不吃西红柿。老四没吃吗？他把青菜都挑了，西红柿、啊、那啥了。他感觉不好吃啊，西红柿。那我咋觉得他感觉好不好吃？哎，盆放嘴边就不会吃醋，不对，盆放嘴边他也吃醋，知道吧？你看老四，就是他们都不吃西红柿。哎，你说今天为什么都总吃醋呢？我就吃西红柿。啊。距离太大点儿多好！哎，他们都不吃西红柿。是吗？他怎么知道？难道狗蛋子他们知道西红柿不能吃？欢迎我，感谢我小小苏姐啊！谢谢我小小苏姐，谢谢姐啊！家人们，感谢大家伙送来礼物，谢谢家人们送的礼物，谢谢大家啊！礼物真好看，谢谢啊！放的太挨着了。我之前我其实我就这么放的，知道吧？咱之前有好多次都这么放的，啊，小柿子不好，都是激素。我寻思小柿子点缀的不好看吗？家人们，小柿子，孕妇能吃小柿子吧？我看妇女愿意吃小柿子，啊？妇女啥不爱吃？你那是？啊，狗吃西红柿会拉稀。哎、
小麋鹿吃完回来之后，一看啥都没有了。还有亲家，感谢我亲家，感谢我亲家送了大飞机啊，给我亲家点点关注啊。主播榜单一号麦，老四他爸爸家吗？啊，那赛文的老公，大家伙点点关注啊，分开点儿，不带乱的。果真，他们都不太愿意吃西红柿。2个月的狗冠状病毒能治好吗？冠状病毒应该是不太好治，家人们，冠状病毒啊，因为冠状病毒2个月就得的话，那个有很多疫苗里不都带冠状病毒的啊，应该不太好治，咱不知道啊，家人们，你们问宠物医生吧啊，这方面没有什么了解啊，把柿子拿起来吧，媳妇，赶紧撇了吧啊，我先点缀，我先狗蛋能吃呢，结果全让腐牛蛋吃了，腐牛蛋现在还怀孕啊，腐牛蛋别吃了。啊，我寻思让我现在这帮狗蛋分吧，吃我总共没买多些，知道吧？但没想到这些，没想到这帮西红柿全他妈狗蛋给造了，全腐牛蛋给造了，啊！我老爷，我拍了狗粮，明天能发货，能发货啊，家人们，明天可以发货啊！对，咱们明天早上就能发货啊！哎，猫蛋没给呢，是吧？猫蛋他俩一人一个，家人们，等会儿的，还有两块牛肉，啊，还有这两块牛肉，啊，给猫蛋子，哎，花卷子和猫蛋子，因为里边还有一桌的家人们啊，哎，给花卷来一个，啊，包子来一个，这个你的包子，你俩一人一个啊，你要不能抢吧，熟的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，应该喜欢吃，啊，行了，你俩一块啊，啊，夫妻本是同林鸟啊。哎，有好吃的一起分享啊，包子。猫不护食，阴一块儿来。来，阴一块儿啊，好。嗯，今天沾光了。啊。他俩，谁又发情了？那知道谁发情了？因为今天叫唤。无毛的狗狗给他小姨了啊，给小姨了，家人们，无毛的韩哥家那个啊，哎呀，给我忙坏了，给我家人们，哎，媳妇儿拿点，我看你是我给我拍那段子呢，在哪儿呢？给猫弄小块太大了，俺家猫的嘴大，他俩要跟账。那还要干仗，三文害怕16，三文害怕16蛋呢。我每天白天看，不用撕，猫那个俺家包子花卷，它嘴都老大了。感谢木水。本以为他们是灰色的，刚才看好像是蓝色，对他们蓝猫的吗？腐妞刷碗去了，腐妞可是这顿没少造啊，啊，没少塞，他们都没少吃啊，今天啊，哎，你就说小迷糊说精不精，说傻不傻的，给他两块牛肉，叼了一块回笼子了，吃完了想出来了，想再吃，一看啥盆里啥都没有了。木水是我好朋友，是吗？感谢啊，感谢我爱思的老师给咱家那个拉来的粉儿啊，谢谢大哥的那个礼物啊，初次来咱直播间给咱点上一个小关注，谢谢木水大哥啊。我刚才听啊的，我害怕啊，哎妈呀，吓死人了。你们老四往那一个 seven， 你干啥呢你啊？啊，人家都要生了，你说你还在那爬人家啊？你说你天天你恶不恶心你？
啊，舔着屁股。你说如果这狗狗要是人的话，你说它要是知道舔着屁股，你说这多恶心。牡丹江市里天咋样呢？外头雪堆老深了都。下雪，我不知道现在下不下了。今天白天中午的时候下雨，然后晚上几点来钟的时候呢，那个五点吧，就可四点半开始下雪。福妞这周能生，嗯呐，这两天吧，这两天就生了。那个亲家不说了吗？不是明天就是后天，差不多就能生。嗯，对，俺家 Seven 今天过生日啊，欢迎大家来到咱直播间啊，咱下方小购物车有需要的可以去拍一单，感谢支持啊，家人们，感谢支持。你们不是在南方吗？早回来了，早就回来了啊，听声的 Seven。不许叫啊！三月过生日，她老公为啥不来陪她？今天中午的时候陪了啊！赶紧看着屁股撅着趴不下，心疼。嗯，她是腿趴不下了哈，她之前那个腿能往前耷拉的。现在就这样的，像蹲着似的，是不是？啊，都来送生日礼物，感谢啊，感谢大家啊，感谢大家送的礼物啊，感谢感谢。嗯，生小狗多钱一个？你们可以私信主播啊，私信主播。老四，你要生孩了你啊？你媳妇要生了，这家伙。你看一说那啥开心了啊，必须得做主位了，是不是？你媳妇要生了，哎呀，这乐的呀，哎呀，老四说了，真我要有大儿子了啊，是不是啊，老四啊，终于有一个像样的孩子了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乐的呀，哎呀，美的，你看激动不？激不激动 ？C 位那一下 C 位，你看他们姐干啥？找Seven爹呢，他们在那听Seven爹动静呢，是不是？你先往这一坐啊，你坐这儿干啥呀？啊？老四老爷刚上哪儿了？他去整那个段子，啊，整段子去了。迷惑不是。迷惑不是他，迷惑咋的？他也不是纯种的呀，啊，那迷惑那不是跟外国人混血的吗？那不，那能一样吗？跟外国人混血的那不能算啊，不能算。迷惑也好看，老大那窝孩子。Seven 不搞生日宴、啊、完事儿了，搞完了，生日宴都搞完，吃都吃完了，大牛排啊、嗯，然后大蛋糕，都完事儿了。Seven 是庶出，不是嫡出，对不对？迷糊是庶出，不是嫡出，他当不了太子，而且迷糊现在已经为 Seven 的儿子。已经为那个老四的儿子啊做好那个后勤工作了。迷糊非老四儿子的啊左膀右臂，啥意思呢？也就是说老四以后的儿子继承了啊这个王位以后，迷糊就是他那个就是那太子身边的那个太监，因为迷糊现在已经变成那个啥了吗？迷糊已经是那个什么了，啊，太子身边的左膀右臂了，他的一生已经注定了。
对，守护者了。迷糊是得力干将，对呀，你就说迷糊在咱家吧，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吧，是不是？迷糊已经是大内总管了啊，已经内定了，谁抢都抢不走了。迷糊是王爷，腐妞的儿子是太子，对，然后那个石榴是妃子，嗯，咖啡吗？妃子吗？所以说，皇后在这儿呢。从一开始，哎，你就说从一开始这个位置都是大家伙给定的，因为从一开始。大家伙也没管俺家石榴叫个皇后啊，不一直管他叫咖啡咖啡的吗？是不是？那你就说咖啡的儿子他能当上太子吗？对吧？迷糊听你说的挺伤心的。迷糊，你伤心不？啊，伤心吗？迷糊，啊，你干啥？你要咬我啊？你要咬我手你？答应常在。答应常在现在还没安排上，嗯，还没安排上呢。下一个还有谁过生日？下一个的话就得是，明年的五月份了，他俩过生日。然后他俩过完之后，啊，不对不对，下一个过生日该迷糊了，是不是迷糊？迷糊是十二月份的吧？是不是？哎，我咋忘了呢？迷糊是啥时候生日来着？下一个是不是迷糊啊？对，我记得是迷糊，十二月份，十二月，哎呀妈，十二月三十号还得做蛋糕，太难了，家人们，太难了。我跟你说，其实做蛋糕也挺难为人。你就说我是一个啊，咱也没学过，咱也没那个啥的。你就说让我做出来这么多花样、这么多造型的蛋糕，也着实是难为我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一想起来做蛋糕呀，我脑瓜疼都疼。还想做的好一点，然后咱还做不出来人家哎真正那个就是宠物蛋糕的那个样。我以为买的，哎呀妈！我跟你说，人家宠物蛋糕做的，你瞅那个，我以后我得研究研究，我得他们吃的那种，就看似像巧克力似的，看似是巧克力似的那个什么。那个颜色的，其实它那个粉，你知道，就它那个粉叫什么豆角粉，你知道那个豆角粉那一袋就小一百块钱呢。你而且你用别的什么什么植物碳粉呢啥都不行，它宠物用的就基本都是豆角粉。我都没舍得买，太贵了。真的，说实话，我那个端午节的时候，我想给他们做点蛋糕来，我无菌蛋都买了，然后呢，结果我一看，那个豆角粉太贵了，哎呀妈呀，我就没买之后，正好赶上那是干啥的，然后就没做上。狗适合买哪个沐浴露？咱家这个新品沐浴露，你直接去拍就行啊，12号链接的沐浴露。你直接去拍就行，咱家这个沐浴露啊，就是特别特别好用，特别特别好用，你去拍就可以了。12号链接，然后你就直接，你看了吗？有抑菌止痒的，有炫白去黄的，还有犬犬通用的，你也可以买那个。可以买犬犬通用，也可以买抑菌止痒啊，39.9块给你们拍两瓶，价格而且非常划算啊，家人们。你咋那么抠呢？不是我抠，是我没有钱呢，穷啊，真没有钱，我真没有钱，我都得从我的那个牙缝里头抠，我都抠不出来那钱。在你家买了点玉米和大碴子，咋样？在俺家买的玉米和大碴子，你们吃的咋样？再坚持两天就卸货了呢，再坚持两天就卸货了，嗯，就已经是个准妈妈了。老大比他妈妈温柔，老大是
现在瞅的比他妈温柔，但是实际上啊，是一个嘎嘎厉害的川妹子。然后呢 ，Seven 呢，是你看他，哎，感觉挺厉害的，瞎咋呼那伙的，你那啥他就怂了。赶快给我发货，明天就给你发货啊！你要是刚刚买的话，明天就给你发货了啊！对，老大嘎嘎厉害，老大性格就是那种川妹子的性格，哎，你别惹我，你惹我我就干你那种性格。但是也有，也挺像俺们东北的啊、哦，也像俺们东北，俺们东北的也是这个性格。你别惹我，惹我我必须干你。那 Seven 呢 ？Seven 那种就是窝里横那种的。哎，我瞎咋呼行，汪汪汪汪汪汪瞎咋呼行。哎，你实际上你那个啥，完了别茄子了。Seven 就是这个，然后老四呢？老四你看他是蔫巴登蔫巴登的，然后呢，哎，遇事儿爱搭不惜理的，但是一旦要碰上他，哎，他必给你干出血。腐妞呢？腐妞那种就是老好人，你整我也不生气，你不整我吧我还聊着你，你说我你训我你骂我，哎，我都无所谓，啊，滚刀肉型的。三是家长不舍得打孩子，然后迷糊啊，迷糊属于偷奸耍滑那种的，哎，也是瞎厉害那种。一到真章了就瘪茄子了，一到真章就瘪茄子了。然后那个石榴啊，石榴他就是那个，哎，你看着他，哎，感觉长得小巧玲珑的，但实际上威力嘎嘎大，谁都不怕。哎，别看个小，但是谁都不怕。腐妞脾气最好，对呀，腐妞就是那个老好人的那种。哎，你谁也不惹过，谁也不欺负，别人欺负他，哎，我就蔫瞪的，我也不吱声，我也不生气。老四是千万别惹我，惹我必出血。对，老四就是千万别惹我，惹我必出血的。儿子咋那么干净啊？啊？儿子发火就干净。哎，收拾了啊！我比喻的恰当吗？是不是？他们性格是不是都像我说的这样啊？然后 Seven 爹就是碎嘴的那伙的，哎，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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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叨，一直说的那种，哎，到真章的时候，哎，你就是他给你白话行，哎，这个这么整，那个那么整，那个那么整，然后结果到真章的时候啥也不会。四哥咬嘴唇，四哥。你看四哥往那一坐就好像特别严厉的啊，感觉就像一个特别严厉的爸爸，是不是？媳妇儿，你说这牛肉会说缩水吗？桌子说的当然会了，是吗？我买了四斤多呢，啥肉都四斤多呢，煮完之后怎么点儿呢，可大一块都提着买的啊。哎，我现在狗的一人一斤，小牛蛋子和小石榴他俩是一斤，是吧？哎，将近五斤的那些，哎，拉屎撒尿咋办？你回去吧，看看姑娘去吧，啊，啊，一斤生牛肉出六两肉，一斤生牛肉出六两肉啊啊，一斤生牛肉才出六两肉，再这么牛肉指定往里注水了。老四说啊，注水了。老四啊，老爷问你，老爷告你，老四啊，你今天吃的牛肉可是注水牛肉啊。四哥呀，你今天吃的那个牛肉可是注水的牛肉，四哥。哎，给我四哥啊，牛肉特别缩水。煮熟了一斤也就能剩六两肉了。我说的这么点呢，我买了五斤也就剩三斤肉呗，意思啊，是不是？五斤的话也就剩三斤肉呗，啊？
塞外怎么牙怎么掉了呢？我也不知道姐为啥塞外牙掉了，现在我都不敢给他吃硬东西，知道吗？看磨牙棒他都不敢给啊，我现在给塞外吃点那个啥软乎的，现在之前的大磨牙棒我都不敢给塞外吃啊，塞外现在掉牙了，之前牙都不知道咋掉的，知道吧？那有一次我发现咱家狗子出血了，知道吧？我不知道谁出的啊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后来就是好几天了之后我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家们啊，好几天之后啊，因为我发现塞外牙掉了，咱之前找过出血的原因，那不知道是谁出血了啊，但是万万没想到是塞外牙出血了啊，当天都没发现了啊，好像多留意照顾好塞外，塞外倒是没事，我估计就啃硬东西啃的，知道家们啊，啃硬东西啃的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直播间了，铁们啊，然后咱直播间好朋友们。大家伙有需要辣白菜的，在东北辣白菜可以拍的啊，兄弟们啊，辣白菜拍一共给大伙发三斤，咱这辣白菜是整颗辣白菜，兄弟们啊，老了掉牙了，但是别的狗子也没掉牙，家人们，因为我看我今天听我亲家说啊，家人们啊，我亲家他们家的巴顿八岁了啊，还有那谁他们家的那个黑米也7岁8岁了，知道吧？也没有掉牙的，也没有掉牙状况。我估计三文肯定是撞到哪儿碰到哪儿了，知道吗？他碰到什么地方了？跟狗蛋子闹玩之类的，怼东西。三文总怼东西吗？是不是？感谢我洪老姨，谢谢老姨，谢谢老姨啊！因为三文总喜欢怼东西，给老姨点点关注，谢谢我老姨啊！感谢老姨，待会儿不用送礼物了。三文总喜欢用牙怼东西，知道吧？家人们。啊，他往外怼东西，那指定是上牙使劲儿啊，对不对？那肯定是上牙使劲儿啊！三位生日快乐，谢谢老姨啊，谢谢我姨。主播什么时候能生个宝宝啊？主播什么时候能生个宝宝？主播基本上就不生了，老铁，主播绝育了啊！主播基本上就这么地了，就这么回事了啊，家人们啊，咱们可以看人家腐牛大的生啊，腐牛大的马上就生，家人们。我今天是带三妹出去玩去了吗，家人们？我亲家说的基本上58天就生，家人们。58天的话应该是明天，家人们啊，就应该是正日子，知道吧？生狗宝宝吧，感谢洪老姨啊，应该是明天我亲家说就能生，老铁们。哎呀，亲家我忘了，亲家啊，感谢洪老姨啊。我亲家忘了，我亲家说给我拿收工素呢，没拿。哪天要上我亲家请求收工素去啊？家人大肚子啊，明天就能，明天后天，家人们基本就能看到腐牛蛋生了，老铁们啊！哎呀，我四哥第五次当爹，家人们恭喜我四哥第五次当爹啊！哎，老爷啊，我家新买的拉布拉多，感谢我独你姐，58天，今天刚到家，现在嗷嗷叫咋整？刚到家嗷嗷叫唤正常，老铁，因为狗大的上次刚到你家没有安全感，就跟那个小孩一样，换了一个新环境他不适应不得劲儿，想家，知道吧？他肯定会叫唤啊！感谢我独你姐，谢谢独你姐姐啊！感谢我独你姐送来大飞机，谢谢家人们送了大飞机啊！家人们啥礼物都不要送了，家人们感谢大家伙啊！家人们什么礼物都不要送了，真是感谢大家，老铁们，三元爹是无言以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老铁们，俺这三文过个生日，大家伙这么破费，老铁们，你看从上到下，从上到下多少钱礼物了？这都啊，这多少钱礼物？这不得5-6千块钱礼物啊？啊，谢谢家人们啊，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。三文，你别怼迷糊了，三文，那你还怼迷糊呢？三文，你牙都怼掉了，还怼迷糊啊？你看三文，你看小明偷东西，三文不让去，你看啊。三文不让去，你看啊，三文你嘴他看啥？小明有便宜啊！你看，小明又想去偷东西，但是三文不让啊！三嘴对怼他，怼他，怼他，怼怼怼，三怼他，给怼下来啊！三文管他，对，三文管孙子啊，就三文管好使，其他狗都管不好使，老四都管不了，家人们，老四哥都管不了啊！三文知道迷糊偷东西，三文大家长，孙子和奶奶可有意思了。再看看腐牛宝宝生宝宝，腐牛马上就生宝宝了，家人们，啊！你看，小牛蛋子，你看小牛蛋子，啊，他上不去，蹦不上去，他用手够，你看，他上面应该有那啥蛋糕渣，
知道吗？上面有个蛋糕托盘，知道吧？蛋糕托盘上面有蛋糕，知道吧？小牛蛋应该没吃够，知道吧？他想再咸吧两口，啊，他盯上了，被小牛蛋给盯上了，啊，牛够啥呢？够好吃的呗，够啥呢？小牛蛋能够啥？他满脑瓜净好吃的，守着呢，干啥？守那儿了，谁说也不好使了，啊，还拿手够呢，迷糊老聪明了，啊。我跟你说，咱家这帮狗蛋子就迷糊，又敢想又敢做，知道家吗？老四是敢想他不做啊 ，seven 是敢想敢做，知道吧？小牛蛋的也是敢想敢做，你没发现吗？家吗？咱们家这帮狗子里边啊，属 seven 和牛蛋子他们俩啊最积极，干啥都积极，啊，他们俩干啥都积极，知道吧？啊，家人们，咱家这个辣白菜啊，有喜欢吃东北辣白菜家吗？你们可以拍着东北辣嘎嘎好吃。这辣白菜刚好整颗的啊，家们啊，我给大伙儿介绍辣白菜吧，兄弟们啊，我给大伙两分钟啊，家们啊，我估计小明大一会儿就上桌子啊，我给大伙儿看两分钟看一下辣白菜，老铁们啊，咱辣白菜都新日期的，家们啊，它里边是一整颗辣白菜，看家们这个包装的，看家们东北辣白菜啊，日期多好日期的，家们11月14号的，看家们拍一发几袋，一袋两袋三袋，家们啊，早上吃饭的时候，家们，咱们早上吃饭的时候啊，愿意放点辣白菜，家们，就着辣白菜，喝点粥啥的，下点米饭啥的，家们，咱熬个汤什么的，在家里熬个汤啥，往里放点辣白菜，家们，辣白菜炖豆腐，家们啊，辣白菜炒土豆片子，老铁们都老好吃了，知道吧？你就炒菜的时候往里放点辣白菜，都老好吃了，知道吧？整点泡饭、泡菜啥的，老铁们啊，我把这辣白菜给你们倒出来啊，嘎嘎带劲，老铁们啊。想吃辣白菜都可以拍的，拍一发三袋，一袋是一斤，家们一共三斤，啊，家们咱不用说别的，咱说在外面买大白菜多少钱一斤？对，家们大白菜多少钱一斤？对不对？啊，咱家辣白菜啊，你找个盘儿，我找个盘子，家们啊，等会儿啊，咱一会儿回去看牛蛋去，谢谢大家伙啊，家们啊，三文爹在啊，小俺家三文过生日之际，给大家伙介绍一下辣白菜，好吃这个啊。咱家辣白菜有什么好处，家们？它是一整颗的，说家们，哎，腌的嘎嘎透亮，看，家们，它是一整颗辣白菜，知道吧？什么味儿？酸甜的，家们啊，酸甜的，啊，回家用剪子给它剪一剪，老铁们，用剪刀啊，干净剪干净点的剪刀，老铁们，给它剪一剪，或者拿刀，家们，拿刀给切一切，拉一拉，说家们，你给拉上一小段，好吃，啊，刚看迷糊又偷东西了，马上回去看迷糊，家们，马上回去看迷糊。啊，咱拿这个小刀，家们，或者拿剪子，家们，哎，咱给拉一拉，拉成一小段一小段的，知道吧？哎，然后呢，喜欢吃蒜味的，家们啊，往里边放点小蒜酱，放点小蒜泥之类的啊，老铁们，嘎嘎带劲啊！大白菜，酸甜的，啊，辣齁的，家们，这个辣白菜放的时间越长越好吃，老铁们，你给它放出酸味来就好了。知道吧？收到货之后到家别着急吃，先放冰箱里头。啊，家们，先给它放冰箱里头，知道吧？放个4-5天，知道吧？给它放出酸味来就好吃了。啊，整颗辣白菜啊，为什么要整颗辣白菜好呢？家们，因为整颗辣白菜吧，它没有碎白菜，没有不好的白菜啊，都是好白菜。啊，要是那个碎的辣白菜呀，老铁们。啊，他很有可能给你整的不好的白菜给你家里头，知道吧？所以，家们，大家伙想拍辣白菜的家们啊，一共是三斤，家们啊，甜辣的家们啊，这个辣白菜是甜辣的啊，一共给大家伙发三斤，啊，甜辣的。八顿八碎了，哎，31单家们啊，有需要辣白菜家们，咱可以整一单啊，31单，啪一发三袋，一共是3斤，小牛蛋没上去，还在这点放着呢，啊，牛蛋没上来，还在这上放着呢，我也给撇了它，拉倒了，这太诱人了，这个。
啊，让他们把这盘舔一舔吧，刷一刷这个吧。白虾了上面的渣，来，小明想舔一舔，嗦了嗦了，来，撇了都白虾了，来，好了，刷盘，好了，嗯，行了，好了，没了没了，这回可真干净了，啊，这一天多注意腐妞，我这两天我白天我得天天直播间呢，啊，我肯定得多注意他。不单我多注意的，这两天你们也得帮我多注意的，因为腐妞我估计啊，就我亲眼那么说的话，明天后天指定生，但这两天不知道哪天啊，明天后天指定生。给别的狗买点零食，老爷推荐一下子，给别的狗买零食。买零食的话，姐，咱家这些零食都可以拍，现在啊，我不知道你要买什么零食，知道吧，下方小黄车你都可以直接拍啊，你可以买一个什么呢？你可以买个，我现在正在给你讲解，这是100%的肉干，姐，这个100%肉干啊，可以拍这个啊，59鸭肉干啊，100%的肉，一点淀粉都没有啊，59一斤，两斤是109米，家人们啊，59一斤，两斤是109米啊，它一斤是一袋，500克是一袋啊，可以拍这个，这个好，这因为这是纯肉的啊。我都拍腐妞生时受罪，我都怕啊，腐妞生过一回了，家人们啊，俺家腐妞蛋子也生过一回了，就不能太受罪了，老铁们，腐妞蛋子不能太受罪了啊，因为腐妞不是说没生过，他说没生过的话他指定遭罪，他不会，知道不知道咋回事，疼，就像腐妞上次似的，他就疼，好吧啊，两袋110米是吧啊，腐妞头胎生的时候感觉难产，这次一定注意，腐妞生的第一胎的时候它不是难产，老铁们，它指定不是难产啊，你们觉得腐妞是难产啊，我跟你说，腐妞有可能上次是怎么回事吗，它只怀了一个的原因，家人们，只怀着一个的原因，有可能是腐妞吧，肚子吧，家人们啊，它的小狗蛋太大了，它不好生啊，也有可能是难产。罐头呢，罐头你就拍咱这个大罐肉罐头啊，罐头第14号链接29块有6罐，你拍咱这大罐肉罐头磨牙棒啊，罐头你就拍这个罐头29块9啊，6罐，一罐375克，总共是2250克。老四太自私了，老四哪自私了，老四，四哥怎么自私了，四哥啊，你说的是四个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呗，啊，四哥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，又喜欢腐妞，又喜欢老四，又喜欢石榴，又喜欢老大，四哥自私，腐妞难受也不挠，就有点忍着那样，这次一定要多注意一点。上次腐妞没挠吗，家们，上次腐妞指定是挠了，他肯定会挠，不可能不挠，这是狗的天性啊啊！要我明天我直播一天，老铁们啊，我明天直播一天啊，我看看腐妞蛋它到底挠不挠啊，明天是58天啊，我感冒了，对啊，我感冒了，我也感冒了，吃东西光顾自己，哎呀，谁吃东西不光顾自己啊，家人们都光顾自己呀、啊！你还指望老四能给别的狗子让一让啊？啊！感谢我快手用户，谢谢啊！谢谢快手用户啊，送来这什么礼物？感谢支持啊！感谢快手用户，谢谢哥啊！谢谢我来自山东的哥哥啊，家人们，谢谢！感谢给俺家 Seven 送的礼物啊 ！Seven 蛋今天过生日，老铁们啊，俺家 Seven 7岁了。家人们啊，俺家 Seven 7岁了，每年过生日的时候，家人们，每年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基本啊，刚才有姐姐想买磨牙棒是吧，磨牙棒，姐，你要想给自己家狗子买磨牙棒的话，你就拍咱家这个磨牙棒啊，我给你推荐一下，这个1米棒，这个磨牙嘎嘎好使啊，里外都是肉啊，特别耐磨，知道吧，这个1米棒是专门磨牙的，哎，等会儿磨牙棒呢，磨牙棒子，磨牙棒，
嗯，这是第十七号链接啊，家人们，第十七号链接磨牙棒啊，29.9啊，29.9给大家发三根啊。以前每次过生的时候，我都会给大家伙看一下你家 seven 小时候的照片，知道家人们啊。一会儿我再给他们吃点饭，老铁们啊，我估计他们怕他们没吃饱，咱们还有牛肉汤呢，把这牛肉汤给他们正好给他们拌饭里头，啊。这个牛肉熬了多长时间？今天下午这个牛肉是一共熬了他妈仨小时，我怕熬不熟啊，我整一大块放里头的，一大块，啊，老大这么好看，咱家老大从小就好看，老四是从小就帅，啊。腐牛大那是从小就可爱，知道吧？老大是颜值高，老四啊是长得帅，腐牛大那是长得毛茸茸的好看啊。拍段太多了，我想找 Seven 的段子呢， Seven 小时候段子我都好长时间不看 Seven 小时候段子了。我看家们，我看最近有没有去打卡的啊，我看在最近咱有没有认识，我看有没有你们认识的家们啊，谁去打卡去了，就谁上的 seven 最后一个段子去打卡去了，我看有没有啊，应该有好多，哎，他段太多了，家人们，1800多个段子，我都删了好多段子了啊。粘苞米，家人们，粘苞米拍一发八棒，家人们啊，下方小黄车第二个链接，东北粘苞米拍一发八棒啊，想吃粘苞米的家人们，咱可以拍的粘玉米啊，八棒老好吃了，又粘又甜啊。老大从小好看到大，迷糊有个性，咋这么短呢？赛文小时候照片，那赛文小时候段子来了，家人们啊，这俩是7年前的时候，你这能想象到吗？家人们，这是赛文。39.9发两瓶啊，39.9发两瓶，然后持久留香抑菌止痒的，持久留香抑菌止痒的沐浴露，完了，家人们，啊，找不着之前的段子，还得重新翻呢，啊，还得重新翻呢。
啊，家人们啊，还得重新翻呢。他家不住家洗澡，他家不住家洗澡，不住家洗澡的话，你给狗子再买点儿，买啥呀？买羊奶粉，羊奶粉能吃吧？37.9一罐羊奶粉，啊，咱屋里老热了，我把东西都去拿来看，家们屋里多热，24.2度，屋里24.2度，这个温度怎么样，家们？24.2度，屋里热不热？感谢作人姐，欢迎作人姐啊，家们，啊，24.2度，屋里这个温度我感觉正正好好，家们，啊，屋里这个温度，啊。谢谢我作人姐啊，家人们，感谢我作人姐送的礼物啊。真暖和，是不是这屋正好，家人们都不用保温箱。家人们你们说用保温箱吗？啊，你是哪年的？问问你一下是哪年的，我是90年的，家人们，90年的。啊，哎，我也是，我也属于90后，鱼油营养膏都可以，鱼油，对。鱼油也可以啊，鱼油拍一发两瓶啊，49.9两瓶啊，鱼油，深海鱼油，备着吧，保温箱。太热了，正好。啊，年轻是不是家们啊？24度的话，基本不用保温箱，而且狗蛋子有衣服，知道吧？而且这回吧，狗蛋子多，它不是说一个狗蛋子，腐妞这回能生7到8个，这回能生7到8个，家们。啊，明天降温了。之前你不是说88年的吗？哪有88年的呀？我哪有88年的，家人们啊？抚宁是不是这两天要生？对，家人们，抚宁这两天生了啊。正常的话是25号，正常25号，但是有很多人说是58天就生，知道吧？25号那天是整整好好60天，啊，但是有好多好多人跟我说，基本上58天就生了，啊，小狗刚出生来，身上冷，你整保温箱吗？保温箱的话也是调到26度，家人们知道吧？保温箱也是调到26度，啊，家人们，咱屋里现在基本上25度，啊，而且那天如果生狗蛋那天，我估计这屋会更暖和。你们知道为啥，家人们？啊，因为腐牛生狗蛋的屋里边肯定热，知道吧？啊，保温箱顶多也是调到26度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啊，和室温差不多。啊 ，Seven 老公是不是送人了 ？Seven 老公是不是送人呢 ？Seven 老公送人干什么玩意儿 ？Seven 老公没送人啊，谣言啊，纯属谣言，纯属谣言啊！我亲家怎么可能把人家 Seven 的老公送人呢？对不对？你可以去搜一下子去啊。你看啊，狗狗生小狗，小狗室温啊。狗狗生小狗室温控制多少度啊？你看家们啊，狗下崽的温度，狗狗生产前的体温会从正常的38.5度到39度啊，下降到36度到37.5度啊，室温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。看家们啊，家们在母犬分娩前3到10个小时会发生阵痛啊，家们，也就是说室温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，家人们，咱屋里温度正好，没必要整保温箱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啊，你们说呢，家人们？啊啊，人家百度上人家就什么呢？这么说的，是不是？26度左右就可以了。太热的话，狗子容易上火，知道吧？太热的话，小狗不行，小狗就跟小孩一样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啊，小狗跟小孩一样，其实它不怕冷，但不能太冷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，小孩，家们，你们听没听过这句话？就是咱正常给小孩穿多少衣服呢？家们啊，你大人穿多少衣服，你给小孩给他稍微减一点，你别跟大人穿同样的衣服。你如果跟大人穿同样衣服的话，很容易给小孩给捂着，知道吗？小孩的话，家们，他体温，因为他血液循环好，血液循环快，知道吧？不要给他整太热的，啊。是不是家们，对不对？你给他捂着，他容易更容易上火，知道吧？
而且上火之后呢，家人们会容易引起狗子有泪痕，就小狗吃奶期间都容易轮痕，有泪痕啊。冬天外边有狗啊生崽的，冬天外面都有生的，是家人们。但是咱家不是条件好点吗？咱家狗子呢肯定不能在外面生啊，对不对？热太热上火啊。有抚妞小时候视频，抚妞太小的视频没有，家人们，抚妞太小的时候没有啊。问一下你啊，抚妞的宝宝和石榴有啥关系？抚妞的宝宝跟小石榴，我跟你说啥关系啊？一毛钱关系没有啊，一毛钱关系没有啊，就一根头发丝的关系都没有啊，家人们啊，远在千里之外，家人们啊，现在知道啥关系了吧，家人们？他俩之间的关系跨越种族啊，多远了，家人们？远在千里之外啊，一毛钱关系没有，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，这回明白了吧，家人们啊？石榴是大妈，那小石榴蛋啥关系？如果真要是想确定关系的话，家人们，真要是想确定关系的话，那就是啊，家人们，那就是我四哥的独生子了，那就属于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啊，因为小石榴蛋子跟老四有一腿，啊，老四跟抚妞蛋子有一腿，家人们，你们说小石榴和小抚妞他俩什么关系？那你们又说，家人们，抚妞蛋子生的孩子跟又管小石榴蛋子叫什么呢？家人们，是不是？他家也有猫，猫咪的罐头也可以拍那猫咪的罐头啊，你可以拍个猫咪的猫条，14.9一罐啊，14.9一罐，29.9三罐啊，猫条啊，家里有猫咪的家吗？啊，家有猫咪，这个猫条猫咪嘎嘎喜欢吃，老铁们，14.9一罐，一罐是20条。家们，一罐是20条，一条是15克，家们，29.9给你发3盒，三罐一共60条，毛条，叫大妈，问一下米油是哪年生的？小米油蛋子，家们，小米油蛋子具体是哪年生的呢？家们啊，小米油蛋子生日是公元2019年12月30日啊，家人们，公元2019年12月30日，小牛蛋子是一名，他小牛蛋子，家人们，当时小石榴蛋子啊难产啊，小牛蛋子是一个早产儿啊。感谢我姐，感谢我朱儿姐送的礼物啊，家人们啊，2010年什么2010年？2010年怎么可能2010年的，老铁啊？2019年不是2010年，我四哥都没有呢，哪来的小迷糊啊？小迷糊蛋子出生在2010年，2019年，家们，是一名早产儿啊，家们，早产了2天啊，早产2天，正常没到日子，知道家吗？呀，什么掉下来了？小石榴蛋子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啊，难道小石榴蛋子晕了，砸晕了？难道给小石榴蛋砸晕了？小石榴蛋子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什么情况？这么淡定啊？咱们家也只有我四哥和小石榴蛋子他俩之间才这么淡定啊，只有我四哥和小石榴蛋子才能这么淡定啊，砸脑瓜子上都不动地方啊。啊，粘苞米拍一发八棒，家们，喜欢吃粘苞米的家们，咱拍的粘玉米吃啊，东北粘玉米嘎嘎好吃，老铁们，今天拍明天就能发货啊，一根是16.7厘米长，老铁们，咱家是大棒的啊，别人家有给你发10磅的，10磅粘苞米一根13.4厘米长，家们，一根13.4厘米，咱家粘苞米一根是16.7厘米，家们不一样啊，咱家是大棒的，别人家是小棒的啊，家们啊，苞米不好吃，直接退回来；坏苞米直接包赔，老铁们啊！收到货之后有胀袋的，有漏气的啊，家人们，收到货直接包赔啊！你放心就完了，咱家玉米基本没有差评啊！老铁，整个狗
狗当中老四和十六最老实。啊，三月今天过生日，家人们，三月过生日啊，家人们啊，独立包装吗？对，家人们，年包米是独立包装啊，嘎嘎带劲，家人们啊，想吃年包米的家人都可以整一单啊，啊，独立包装的。雨真雨干雨和文上级干级拔棒，家人们，拔棒好吃啊。啥时候搬家？啥时候搬家的？什么什么时候搬家的啊？啥时候也没搬家呀？啊，咱家都已经多长时间不搬家了啊？三元爸生日快乐啊，三元生日快乐。虎妞生了吗？虎妞啊，还没有呢，家人们，还没有呢。嗯，虎妞马上就生了，但现在不太动弹了。家人们，虎妞蛋子不太动弹了，我估计马上就生了。嗯，明天后天吧，基本就是两天了。咱给榜一姐姐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榜一姐，她平时愿意录一些视频，老铁们，录一些那个咱们家直播的那个片段之类的啊。你们想看的话，就可以给她点个关注。啊，22号不是预产期吗？家人们，正常25号是预产期，知道吧？但是我亲戚说，基本上58天就生，58天就能生。啊，买狗崽，卖狗崽吗？买狗崽的话，私信三文爹，私信我，家人们啊，养这么多狗有用吗？家人们，一点用没有，一点用没有，纯属吃饱撑的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啊。问你一下，你的段子里的小不点是谁？小不点子是谁？小不点子，小不点子，小不点子给我救了吗？那不是，家人们，小不点子啊，小不点子那么给我救了吗？小不点子不是老大的那个儿子吗？家人们，老大的儿子吗？最小的一个儿子吗？老大那窝里边最小一个人，白色的拉布拉多嘛，那不给我救了吗？啊，皮蛋子吗？皮蛋子不是无毛的吗？皮蛋子是无毛的。你他说小不点子是老大的儿子，啊，那个给我救了，啊，那个狗蛋子，啊，日本兵呢？小日本兵，咱家没有日本兵，家人们，咱没有日本兵这一块。知道吧？咱们家只有迷糊蛋子，家人们啊，迷糊蛋子是他，家人们。你要说日本炮，咱没有，啊，家人们，日本兵没有，啊，必须小迷糊蛋子啊，别整那没有用的，啊，别唠那嗑都糊涂，啊，只有迷糊蛋子，真能给俺家迷糊蛋起外号，几个迷糊蛋子？就一个迷糊蛋子，就一个，啊。可爱的小迷糊，以前皮蛋不是叫小不点吗？小不点子，你给我整蒙圈了。小皮蛋子一直都叫皮蛋子呀。小家们，家们，你们说，家们，你们替我想一下子，我有点蒙圈了，给我整蒙圈了。小不点是谁？家们，咱直播间有没有知道小不点到底是谁的？给我整蒙圈了。为什么给迷糊起外号呢？谁到了？小不点子是不是老大的最小那个儿子？家们，是不是就是老大最小那个儿子？小不点子可不是皮蛋子。就是给我救了吗？那个小不点子是老大的最大个儿子。反正是老大的儿子，家的啊，咱狗太多了，我真记不住了，家的啊，你说吧，家们，从 seven 一共生了13只，这13只狗蛋的我都知道在哪儿，老大也生了，老大生了6只，老总共是将近20多只狗蛋的，家们，我都整蒙圈了，说实话，家们，我都已经记得已经干蒙圈了，老大一共生了几个，家们，老大前前后后也生了老多了，总共20多狗蛋子。啊，我基本上知道他们都在哪儿，知道吧？基本都知道，啊，但是太多了，我也想不起来了，家人们，啊，送给沈阳的朋友吗？送给沈阳的朋友，我跟你说，沈阳都有谁哈，家人们啊？俺家老大的孩子
俺家老大的孩子有谁在沈阳？家吗？啊，是我们家老大的，应该是老二，在辽宁阜新的位置，老铁。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家 seven 的老五 ，seven 的最后一个姑娘，家们在韩哥家，在沈阳，知道吧？以及俺们家 seven 第六个儿子，排行老六，在沈阳，六六在沈阳，啊，家们，以及韩哥家奶茶在沈阳，啊，再就是家们啊，老大的第二个姑娘啊，家们，老大的第二个姑娘，啊，家们在辽宁阜新，啊。老大的老三，老大老三什么地方？在临海，家们，老大老三在临海，他家是养猪的，养牛的，养猪的，我记着，老铁，啊，奶茶，啊，还有什么？辽宁那一块的，然后我们家老大的小五，老大的小五在山西，啊。老四在广州，啊，我在你家买了玉米和大碴子，多会儿发货？明天就能发货啊！你那发货基本上两三天就能到，三天吧。山西的话一般就三天，啊，家们，抚牛谁生的？抚牛蛋的我不知道谁生的，家们，抚牛蛋是人送给咱们家的啊，家们，抚牛蛋的爸爸妈妈是。全国登陆冠军，你家吗？啊，他的爸爸妈妈是双血统，小腐牛蛋的就是双血统的，啊，登陆冠军，啊，万万是老大的第几个孩子？万万是老大的，万万是俺家老大的第二个孩子，家人们，第二个孩子啊。然后呢，那是个杰克是俺家老大第一个孩子，杰克是第一个孩子，万万是第二个孩子，小不点子是 seven 的，是老大的第三个孩子啊，老二。啊，老二的话在辽宁阜新是第四个孩子，老三第五个孩子在临海，啊，老四的话在广州第六个孩子，啊，然后还有谁？啊，还有那个还有山西运城的家吗？啊，还有一个在泰安的，还有一个老大，还有一个小老六在泰安，啊，家吗？对，在泰安，小老大第二窝生了六个，啊，老六在泰安。不是泰安，那泰山那地方是什么地方？泰山那地方就泰安吗？是不是朔风的？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家们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子啊，家们说我说对不对？家们，三个店是不是记住了？奶粉发啊，发一个链接，奶粉发一个链接。啊，姐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，奶粉的话在第二十八个链接，奶粉在第二十八个链接啊。哎呀，我泰安就是泰山是吗？啊，我记住太多，我也记不住，家人们，我就能记住这些了，啊，太多了，啊，鲶鱼米什么样，家人们啊，鲶鱼米这样式的，啊，独立包装，家人们啊，日期都是好日期的，咱家玉米全是大棒的，家人们看着吗？全是大棒的啊，家人们，这一棒是300多克啊，家人们看着吗？500啊，这是九保质期9个月，在这个粘包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，家人们，它是高温灭菌的啊，家人们，高温灭菌无添加，家人们，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，你看，家人们，无添加啊，软糯鲜甜，低脂肪啊，玉米直接发6根，家人们啊，玉米直接发6根，一会儿拿这个牛肉汤给咱们狗蛋子，给他们拌点凉吃，老铁们啊，一会儿的啊。拍了两袋玉米，玉米老好吃的，家们啊，我锅里的啊，我就不蒸了，家们，今天我就不蒸玉米了啊。万万在牡丹江吗？万万在牡丹江，对，万万在牡丹江啊。八棒，家们，29.9块八棒，有需要和你们拍吧，嘎嘎好，家们，粘玉米嘎嘎好吃啊。哎呀，整的我都想吃一根了，8根，家们，直接8根啊，老铁，直接8根，嗯。人生风景在游走，怎么又掉了呢？生这个生日的生怎么又掉了呢？啊！你。腐牛生没生呢？腐牛还没生呢，我也等腐牛生呢，家人们。现在我也等腐牛蛋子生呢。
啊，老大生的那几个小黑狗好看，腐牛没生，要生了，不知道腐牛大的能不能生黑的，老铁们啊，腐牛进产房吧，腐牛啊，他为什么不愿在产房待着呢，家们啊，是不是里边也给他铺上褥就好了啊，是不是给他铺点软乎的就好了，这个东西说实话也挺软乎的，知道吧家们啊，你躺着腐牛来躺着啊，这个东西也挺软乎的啊，这大肚子啊，扶着躺下，对，好好歇会儿，要不你挠一挠，这腐牛胖都没脖子，你看看腐牛，你瞅你胖的啊，你瞅你胖都没脖子，脖子呢腐牛，脖子呢全是赘肉，你看看，要不看腐牛多胖，看太胖了，这狗蛋太胖了，家们，这大肚子啊啊，你看这大肚子，家们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他可能嫌热，想要凉快。石头一直在沙发的角落里头，热哈热，我要回去，我回头我翻一翻原先腐牛蛋的视频，我看腐牛原先你的。你看他一直喘，你看啊、哦，你看你听，我感觉腐牛好像要生呢。他这么喘呢？嗯？下半夜能生，能生。老大生的不是刘医师吗？哪去了？老大生的没刘。预产期什么时候？预产期根据我的算法的话是60天，是25号，11月25号。啊，家们，啊，但我亲姐说他们家狗生狗蛋的，一般都是58天生。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反应了呢，啊，热得闹心。他为什么不刨窝呢？我看有没有淌不淌水啊？没有水，没流水，没流水。我在那看着腐妞吧，啊，问问他，我问他了，人说58天吗？我现在说58天吗？那你按那么说的话，今天正好57天，啊，马上58天了，立马明天就是58天。明天就是58天。没地板凉快，进这里腐牛可是能热。屋里不能关地热，家人们啊，我在屋里头这温度正好，非常适宜啊，老铁们，非常适宜生孩子，生狗蛋子啊，收工的时候再喘气就不会疼，过了12点就算。今明天是不是23号，家人们？明天是不是23号？今天22号，我看。今天22号，对，今天22号，明天23号，今天3月过生日，那么明天正好58天吗？啊，爬起来太滑了。哎呀，难受。嗯，老爷，那个大洗刷刷那个大的，大洗刷刷拍一发6根。啊、嗯，拍一发6根，在第36个链接啊，拍一发6根，这大洗刷专门磨牙的，磨牙洁齿，清洁口臭，去除口腔异味，家人们啊，这大洗刷刷啊，你们家狗的如果有喜欢吃的话，咱可以拍单啊。狗蛋子嘴里有异味、有臭味的，家人们啊，都可以拍单洗刷刷磨牙棒，老铁们啊，这个咱家这些宠物用品全是今天拍，明天就能发货，家人们啊，磨牙的专门洁齿用的啊。口臭的，嘴里有味儿的，家人们都能吃。
啊，嘴里有味的狗蛋子都能吃这个啊。拍了，他们每天每天把他们带到户外去溜达吗？必须溜达呀，老铁，狗蛋子必须，他必须得有这个啊，就是运动量，知道吧？啊，狗如果没有运动量，它容易得病，知道吧？啊，必须得有运动量啊。玩还啥东西啊？这个兔肉干，你那个你朋友家的狗子也能吃，姐，这兔肉干100%的好评，你看，这小兔肉干拍一发6袋。啊，也是属于狗的零食，蛋白质含量高，知道吧？啊，小狗大狗都能吃这个啊，兔肉干一下发6袋啊，一袋是75克，一袋75克啊，家人们，狗蛋的嘎嘎喜欢吃这个啊，对，因为小肉干特别划算啊，咱卖的特别好，直接发6袋啊，6袋多少克，家人们，是吧？才29.9块，合到5块钱一袋，点赞点到50000，家人们啊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大家伙啊，让我四哥赔惨。让我四哥赔惨，必须赔腐牛蛋子啊！腐牛蛋子没准儿明天吧，家们，今天我估计啊，要咱把这给拿走的，这个垫子给拿走的，我觉得用不上垫子。你把垫子给拿走的，说实话，家们，这底下它也滑，这底下它也滑，知道吧？这地砖上更滑，更甭提了，指定比地砖上好多了啊！把垫子拿走它啊！我今天晚上就看着佛妞了，啊！今晚就看着佛妞，啊！再在这再入露露字什么？再入入什么？别拿呀！腐牛他之前也刨，家伙，我想起来了，之前也刨，哦，估计今晚能生，他有点大喘气，腐牛有点大喘气，啊，敌的除臭剂啊，家人们啊，敌的除臭剂拍一发2瓶，这敌的除臭剂是专门除臭的啊，哎，给狗的环境消毒的，除臭味的啊，狗狗所住的环境，狗笼子、狗窝呀，家人们，猫窝之类的啊，有臭味的话，都会拿，都可以拿这个啊，敌的除臭剂拍一发2瓶，狗笼子、狗窝，家人们啊，收拾狗笼的时候都可以拿这东西喷，喷完之后狗笼一点味没有，老香了，这个啊，老香了，特别好闻。要生了，狗狗体温如果下降的话，就证明快生了。我现在我不知道，我家们腐牛正常的体温，狗蛋正常体温是38度到39度，啊，我也是听说了，家们啊，狗蛋呢，如果要是体它的，哎呦我的，我不能在里头坐着呀，我都坐跑偏了个屁的了，我都坐跑偏了，是不是缺氧了？腐牛不能，家们啊，拍了5单送礼，感谢啊，感谢我红老姨，谢谢啊，谢谢我姨啊。拿个毯子放里边，他看他跑窝不？拿个毯子的话，他更滑溜，家人们，拿毯子也滑溜，因为这里边是直接就生态板的，家人们啊，这里边我自己买的生态板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我特意买的这个板子，因为这个板子怎么事儿，家人们，这个板子是儿童房专用的生态板，家人们，儿童房专用，看家人们啊，生态板啊，这个是里边是无甲醛的啊，所以这板子非常好啊。哎呀，腐牛挠痒都挠不着，哎呀我的妈呀，挠痒都挠不着，腐牛来给你挠挠来，这腐牛大子挠痒都挠不着了，哎呀，挠给挠一挠啊，好啊，给挠一挠腐牛啊，好啊，哪痒痒哪还痒了，挠痒都费劲了啊，太胖了，你减肥了，少吃点吧啊，挠痒痒你都够不着，你说你闹心不啊，腐牛啊，腐牛你说你闹心不，腐牛啊，拍了敌的除臭剂拍一发2瓶啊，家们啊，明天就能发货啊。还有咱家东北石板大米，家们啊，想吃大米的
啊，扔点旧衣服，看他跑不跑窝，跟那玩意儿没关系，跟那玩意儿一点关系没有家的。啊，石板大米啊，45.9块啊，10斤，45.9/10斤，特别香，这是香米家吗？啊，51000了，喂妞喂一单，喂妞喂一单，什么意思？嗯，吸收营养在减肥吧？现在先不给他减肥了，家人们，现在我也不打算给腐牛蛋减肥，啊，家人们，等一等过一阵吧，等腐牛蛋呢，啊，送完孩子的，啊，腐牛蛋想出去，出去吧，那你出去吧，他不愿在里边待着，你看他不愿在里边待着，他愿出去出去吧，啊，就看腐牛蛋的他疼不疼孩子，小家人们，看他练不练家，疼不疼孩子，他都坐不住，太滑了，我跟你说，他在哪都滑。家人们在哪都滑，你看吧，家人们，你这地砖更滑，这地砖在外面更滑，在哪都滑。他不，他只有我跟你说，咱家屋里吧，家人们，他没有那种磨砂的地方，知道吧？所以他在哪都滑。正常在家里的话，一般都是地砖，老铁，你这不可能整个泥土地呀、啊，他不滑了，那埋汰呀、啊。那屋里都是地砖，这里边更好点家，这里边生态板能有磨砂的面，知道吧？哎，但他在里边，他不趴着。他要趴着咋都没事儿，啊，他要趴着咋就没事儿，知道吧？啊，他坐着，他本身这么胖，家们体重在那摆着呢，指定坐不住啊，他坐都坐不住，知道吧，家们？啊，这回下完小狗是虎妞减肥的大好时机，我估计啊，家们，虎妞生完狗蛋子，我估计啊，没准儿他没起到减肥的作用，没准还能再胖呢，家们，你们信不信？啊？没准还能再变胖呢，啊，家人们，渴了应该有水，家人们，水无限，啊，水无限多，有的是水，就是不缺水，啊，老师喝水去了吗？那边有水啊，水有的是，啊。生完少吃点儿，他必须得营养得够啊，家人们啊，必须得营养得够啊，啊，抚宁是第一胎生吗？抚宁是第二胎了，家人们，第二胎了，上回生过一胎，水门肿了吗？水门没肿，但水门特别松。Seven 呢？你也不生，你就别挠了，你别添乱了 ，Seven， 那沙发蛋都让你干坏了都，啊。腐牛生个孩子给你忙够呛，你看这腐，你这塞吧，你看，家人们，腐牛生个孩子给塞完忙够呛，啊？他想生，他给他急够呛。东北石板大米45.9，家人们啊，45.9/10斤啊，家人们啊。10斤石板大米，有需要的家人们，你们可以拍一下这款石板大米特别好啊，家人们，啊，三文说：“我替父亲生，啊，三文当奶奶兴奋。”沙发都快让三文挠坏了，挠坏了个屁的了！这个婆婆能处，什么意思啊？能处？三文老公有视频吗？三文老公就巴顿呢，嗯，肯定有视频呢，人家是专门玩快手。三文示范给粉妞看呢，走，粉妞走。你看他不愿动的吧？家我平时喊走的时候什么样？家人们，我平时喊我一说走。他什么样，家人们？腐牛蛋是不是一下就起来了？对不对？你看我今天我一走，腐妞，什么叫水门？水门就是放水的地方，水门就是放水的地方，家人们啊，什么地方放水，什么地方就是水门。喝水的地方叫喝水门，放水的地方就放水门，啊，还什么是水门？你总共就俩水门，一个进水，一个倒水，你说哪个水门？
他不能说嘴巴子肿了吧，是不是？人家说水门肿了吗？你不能是嘴巴子肿了吧？啊，咱们你说给这帮大狗蛋呢，哎呀，我都不想给腐牛蛋子吃了。但是腐牛蛋子为什么这么能吃呢？家们，人家说狗蛋在快生产之前，它肯定不愿意吃了。腐牛蛋这么刨窝去了，这么挠去了。为什么你说腐牛蛋子哈，家们啊，人都说不太愿意不吃，不愿意吃东西，腐牛蛋是真能吃，是不是？它只要能吃，就是能证明它还没到生的时候，是不是？能吃就证明没到生的时候，啊？老是像爸爸，太热了，他太热了。像他这种孕妇啊，他这种孕妇总上外面溜达，在外面待时间长了，我都怕他感冒，知道家吗？因为咱家狗蛋子一直在屋里头，不像是其他的狗蛋子家吗？在外面专门看大门的，啊家吗？在外面专门看大门那种狗蛋子嘛，在外面一直在那冻着，知道吧？那种的话，家吗？狗没事儿。咱家狗蛋子一直在屋里头，知道吧？你在外面放时间长了，尤其是腐牛这种状态，知道吧？而且腐牛蛋如果在生产之前的话，它会降温，知道吗？体温会骤降，骤降两度，更容易啊，更容易让腐牛蛋子受凉、着凉，知道不，家吗？迟两天生更好，这瓷砖不适合狗溜达，这瓷砖不适合狗溜达，这瓷砖非常适合狗溜达，那狗也不在这屋溜达呀。啊，这瓷砖就是给狗蛋子啊，让他们在这屋跑来跑去的。嗯，水泥地适合狗溜达，水泥地的不好看呢，不干净，埋汰呀，给狗蛋蹭一身灰呀。咱家这个瓷砖，咱家这个瓷砖为的是干净，不是为了给狗蛋溜达的。溜达他们有专门溜达的地方，楼上有专门溜达的地方，家嘛，他们有专门的自己院子，知道吧？咱家狗蛋没事就在院子里边挠着吧，磨爪子，他们愿意磨。啊，59号链接，洁牙棒小圆犬鸡巴能吃吗？59号链接我给你看一下子啊，姐，59号链接，59号链接能吃啊，这个金水棒能吃啊，哎，大狗小狗都能吃这个啊，这里边一共是20根啊，19根啊，19根左右。我们家原来的狗和腐牛长得一样，也是这么胖。腐牛蛋能吃，感觉腐牛好幸福。出去穿大棉袄，再穿棉鞋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家们，腐牛蛋直接给你甩丢它。腐牛蛋的不是那种，家们，俺家腐牛吧，它不是那种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啊，你让它穿啥就穿啥。腐牛蛋你给它穿上东西，或者给它带上东西，它会想方设法把东西给你整掉的。家们，知道的话你们打个知道，家们。啊，知道腐牛有这个毛病的话，你们打个知道。啊，你就给腐牛穿的鞋也好，还是怎么也好，家伙腐牛蛋会直接给你甩掉的。啊，想方设法，他宁可不走道不出去，他要把这东西给你甩掉的。啊，腐牛皮好，腐牛啥也不用带，就腐牛脂肪就这么老厚，他用带别的东西吗？一点不用带，知道家吗？啊。你家小花卷小猫呢？花卷小猫在笼里，它俩在笼里呢。花卷子和包在笼里造小孩呢，他俩。啊，因为花卷子啊，这孩子都送人了，家们啊，他俩没事又该整小孩了，再整小猫蛋子了，他俩。啊，那小研究又研究起来了，啊，特意给包子和花卷关一块儿了。啊，好的，拍了，谢谢大家伙啊，谢谢家们啊。腐牛怀了几个？怀了说是7个，家们说是7个，啊，嗯。腐牛蛋子还不会那啥呢，他还不会咬脐带呢，家们啊，咱这剪刀也准备好了，碘伏也准备好了，啊，狗绳也准备好了，识别圈也准备好了，啊，Seven在这趴着呢，Seven在这躺着呢，Seven在这躺着呢，家们，啊，看看猫。不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。
虎妞，虎妞还有两天就要生了吗？对，家人们，虎妞还有两天就生了啊，家人们。但是我亲家说今天、明天两天差不多，就今天这里明天两天，啊，到时候了，基本到时候了，啊。感谢我 money， 这 M O N E Y 是 money 吗？还是 mother？ 整不明白了，别整英文，家人们，整英文三爹文盲，咋的呀？妈，感谢我妈妈啊 ，mother 吧，其实是吧 ？M O N E Y mother， 妈妈 ，money， 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？送的啤酒啊，感谢啊。大喘气是因为快要生产的时候子宫收缩引起的疼痛，金毛长大和拉布拉多差不多大吗？金毛比拉布拉多又大啊，金毛属于大型犬，拉布拉多属于中大型犬啊，小一个号，知道吧？金毛更大啊，尤其是大公鸡毛的更大啊，拉布拉多长得稍微小一点，但是拉布拉多也有长大的，家人们，也有长得比较大的，啊，是钱英文的意思是吧 ？Money 啊 ，Money 啊，那你后面加个妈，妈钱妈钱妈妈，啊，看狗宝胎动吗？这个胎动应该怎么看，老铁们？哎呀，你们几个咋这么能哈呼呢？能歇会儿不？能歇会儿不？你们几个，啊，给你们几个忙活够呛。看见虎妞也累了，哎，其实我希望虎妞白天生，知道家人们，晚上生吧，我坚持不住。晚上生最好几点生，家人们？啊，下午生。感谢妈啊，感谢妈呢，谢谢姐啊。我希望虎妞蛋子吧，家人们，下午的时候生，啊。晚上生说话真熬不住，原先那回老大生产，家人们熬了一宿，给我熬完了，我靠，家人们，我第二天晚上都没直播吧，给我熬完了，太累了，啊，我也坚持不住，最好是下午的时候生，知道吧？下午正好赶上大家伙都下班的时候，知道吧？老铁们，我也不累，啊，我熬到晚上后半夜都没有问题。你要是说直接从后半夜开始熬，家人们真熬不住。啊，白天生最好，怎么看着桌底下有水呢？桌底有水没事，应该是反的光，家人们，地砖太亮了，家人们，咱家地砖太亮了，看，家人们啊，你这地砖亮不亮？看，家人们，地砖，啊，这地砖你都找不着狗毛，家人们看，必须擦的锃亮啊，家人们，必须擦锃亮，啊，像有水似的，不是啊，家人们啊，100多斤。咱们东北粘苞米啊，想吃粘苞米的29.9块，拍一发8磅，家人们29.9直接8磅粘苞米，特别好吃，家人们啊。嗯，抚宁说老爷我会给你照顾的，老爷看花卷了，让抚宁进产房睡吧，他不进来，家人们，他愿在地下趴着，地下可能有点凉快，知道家人们啊，是反光的，是反的光。今天外边太暖，我开化了，屋里温度也热。哎，咱直播间这么多牡丹江市的吗？啊，大家伙都能知道牡丹江市今天竟然开化了，我一瞅就知道是牡丹江的，我一瞅就知道是本地的，啊，因为外地的根本就不知道，嗯、啊。家人们啊，有想买粘苞米的家人们，粘苞米明天就能发货啊，家人们啊，直接家人们粘苞米拍一发8磅，老铁们直接拍一发8磅啊，哎，今天拍明天发货，3天2天就到家，老铁们啊，嘎好吃玉米，家人们啊，如果这个玉米收到货不好吃，家人们以后再也不要买我家粘苞米，家人们你直接给我差评，家人们啊。
嘎嘎好吃，放心拍就完了，家嘛啊，年苞米三元底也卖两年了，咱家今年这个年苞米跟去年年苞米是同一个年苞米，只不过包装不一样，知道家吗？今年这个年苞米只不过跟以前年包装不一样，来家吗？31单，家吗？替三元底上一波啊！想吃年苞米的嘎嘎好吃，黄苞米啊，家们不是白的，啊，有5个月泰迪吃的狗粮吗？5个月泰迪吃的狗粮的话，你直接拍咱下方小黄车第11号链接啊，45米一袋，你拿起来看看什么玩意儿啊？你什么拿起来看看？拿起来看看，拿什么看看？又糯又大，是不是？粘苞米又糯又大啊！你说拿粘苞米看一看呢？啊，29块9八磅。来看花卷子啊，看花卷子，我看着了，忘了，我脑瓜现在脑瓜寻啥呢？啊，你刚才那个小泰迪5个月小泰迪，你吃拍直接拍第11号链接的狗粮，你可以买一袋试试，买一袋45米的，45米是4斤啊，含肉量35%，他老爷蛋子那粘苞米老香了，老好吃了。看看玉米，等会儿啊，我给咱老铁看看猫蛋子，兄弟们，我给咱老铁看看猫咪的啊，因为好多朋友想看猫蛋子。像咱家猫蛋子只有大猫了，没有小猫了，小猫都送人了，咱们只有花卷子和包子，他俩啊，他们竟然没吃蛋糕啊，这是花卷子，这是包子啊，家们只有他俩了啊，花卷子大包子脑瓜可大了，花卷这哎，这腐妞儿又吃个什么东西，这家伙腐妞蛋子又把猫蛋的东西偷跑了啊，腐妞蛋子，你把猫蛋的东西给拿走了，买玉米了，洗碗巾有吗？洗碗巾现在没有，洗碗巾没有啊。行了，你腐妞饿了，哎呀我的妈呀，整不了了，家们，腐妞蛋子好像是饿了，家们，这腐妞蛋子急眼了，上猫蛋家找好吃的去了啊，都找猫蛋子家去了，你瞅瞅，家们，你瞅瞅吧，腐妞蛋子多能吃吧，你说给不给他吃，闹心呢啊，我一寻思腐妞蛋吃饭我就闹心，家们，你腐妞蛋太能吃了，你说该减肥吧，家们，哎，小腐妞蛋现在怀孕呢，再给他减肥还不好，你要不给他减肥吧，家们，腐妞蛋还长得太胖了，不好生孩子，你说礼拜里你说该咋整吧，家们啊，孕妇容易饿呀，但是她快生了呀，家人们，我真是怕她难产，到时候太能吃了。你看腐牛蛋，属腐牛蛋肚子最大，啊？他不管啥时候忘不了吃啊，注意安全呀，离猫远一点，给他吃吧，要不生小狗的时候没有劲儿。哎，我把那汤拿过来啊，家人们啊。把那个汤拿下来，嗯，牛肉汤，给他们拌点粮食，老铁们啊，给他们拌点狗粮啊、嗯。你们想看粘苞米，家人们啊，哎，看粘苞米。我自己把这个汤给他们拌点粮，要这个汤撇了白瞎了。啊，呀，我还没给狗蛋吃苹果呢，家。嗯、啊，这煮牛肉那个汤。啊，粘苞米就这种，家们啊，粘苞米这样的哈，老铁们，啊，这种粘苞米，塑封包装的啊，老铁们，塑封包装的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粘苞米的话是，啊，一磅是300多克，老铁们啊，大磅，家们看着吗？大磅的啊，家们，一根17-18厘米左右，啊，一根17-18厘米左右。啊，家人们，而且日期都是好日期的啊，2023年10月15号啊，家人们，10月份一个月，老铁，保质期9个月啊，都是大棒的啊，老铁们，直接拍一发八棒，老好吃了，这粘苞米，啊，又粘又甜，啊，甜糯。早上不爱吃饭，来棒粘苞米多带劲。等会儿啊。咱今天只来个大锅饭吧，行不行？红红风景在，不吃没力气生崽儿啊！但是腐牛蛋子太能吃了，
啊。那俩猫是两口子吗？那肯定是两口子呀，不是两口能同居在一块儿啊？啊，那不非法同居吗？不是两口子，唠在这儿糊涂啊！来，老大过来，老三，三来，又想走一圈，我靠！小石头来。那猫蛋的跟狗蛋，那猫俩猫蛋的不是两口子，他俩在一块儿非法同居啊啊，是不是？今天吃三油啊，今天吃三油了。少来点啊，别来太多了啊，别给我俩少来点啊啊，别吃多了不好，家伙啊，你们他们今天一人吃了一块牛排，哎呀，然后呢一人来块牛排，然后呢一人啊还有块蛋糕，小蛋糕一人一个狗蛋，还有那个还有牛肉啊，一块小牛肉，还有狗粮啊！啊，今天没少吃。来，坐好了，同学来，坐起来，回来坐起来，老大坐起来，老大，听我口令啊！什么坐起来？什么？什么坐起来？什么？来，坐起来，来，预备，各就各位，一、二、三。像风景在游走，就吃了一口蛋糕和一块牛肉，早就饿了。关键是他那个蛋糕啊，家们，那个蛋糕里边全是肉啊。牛排的话，一人能有多少牛排？能有半斤吗？没有，我当然半斤牛排，没多些。我真没想到家们，我买了挺大一块牛排，我想的啊，我感觉一人能分那么大一块，怎么省完之后那么一点玩意儿，知道吗？下回他妈得买一倍，下回得买一倍啊。没放汤呢，我扔里头了，家放里头了啊。三元不饿，你看家们，三元都不饿，你看三元一直在转圈，都转转悠呢，摸转摸摸的啊，真听话。你得胖二斤，谁巡逻呢？不吃饭，三问呗，三问当城管呢，巡逻呢，他不饿，还得怼人一下子，还得怼人一下，一会儿。你笑我懦弱，温暖之宝留给我。风霜寂寞掉落在你的怀中，人生风景在游走。家们，你们是不是想买土豆粉的啊？家们有需要土豆粉的啊？家们你们可以拍张土豆粉，我看土豆粉现在也没有库存土豆粉，家们啊，土豆粉啊，家们啊，我给你们加上库存啊，土豆粉应该明天就能到货了，家们啊，咱家这款土豆粉明天应该就能到货了，啊，家们，啊，待会儿咱直播间好朋友应该好多朋友没拍过土豆粉，我看咱直播有多少人想吃土豆粉，家们，咱扣个一，老铁们，啊，有多少人想吃土豆粉？多长时间没吃过咱家土豆粉了，家们？
啊，咱扣波一，我上一下土豆粉子。啊，家们。等会儿家们啊，我直接给大伙加库存啊，家们啊。然后呢，你们有需要土豆粉的话，你们直接拍吧，啊，家们啊。对，加好了，家们啊，加好了，29.9。主播为什么不说话？啊，主播不说话，直接拍吧，家们上架了啊！土豆粉的老好吃了，家们啊，比你在外吃米线好吃，这玩意儿比你在外吃米线好吃。听不着我说话吗？家们，主播说话呢，听不到主播说话吗？土豆粉拍一发6袋，无语，余生幸福，怎么事儿？什么无语？余生幸福？怎么事儿？怎么的了？听不清我说话啊？无语？没有语言吗？没有，没人说话，无语。我以为听不着我说话呢，家们啊。你向我懦弱，馍妈收到了，好硬啊！小型犬能吃吗？小型犬能吃，家人们啊，小泰迪都能吃，小泰迪都能吃。你太小了，话小鹿狗肯定吃不了，家人们，小鹿狗直接拍小的。你大模样吧，1米8，小泰迪肯定，小泰迪能吃啊，家人们。腐女怀孕了，还跳来跳去的。吃饱了吧？啊，都吃了了吧？收盆了啊！今晚能生吗？哎呀，不知道啊，家人们啊，我估计够呛，我估计够呛啊，家人们，应该生不了。啊，应该生不了啊。小明花。我也着急呀、啊，我怕他生。你说我晚上吧，我就是在这屋待着，我就在这屋住啊。这大肚子，这大肚子，家人们啊，早上看要咱明天播，家人们明天播还是晚上播啊？土豆粉拍一发6袋，家人们啊，还是原先咱家曾经那个土豆粉，啊，家人们嘎嘎好吃。啊、哦，咱家这款土豆粉嘎好吃啊，老铁们啊！明天3元爹煮包土豆粉吃，土豆粉辣吗？嗯，对吧？辣辣不辣的话能调，知道吧？你能吃辣的话，你多放点6包；不能吃辣，少放点6包。啊，你就直接拍就完了。吃过咱土豆粉的，你家们就回头客拍就行，老铁们啊，因为回头客都不够卖。啊，3元爹就卖这一波，因为这个土豆粉这两天暖和，知道家们给你们发货，袋不会坏。知道吧？如果天特别冷的话，这个袋儿冬天一冻吧，容易坏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袋儿容易坏，但是粉儿坏不了啊，就外包装容易坏啊，家人们，就外包装容易坏，其他啥也不坏，土豆粉也不带坏的啊，家人们。那你今晚一直播，我一直播呀，一直播太累了，家人们，说实话，啊，啥时候生？现在不清楚啥时候生了，家人们，现在我也是猜测。嗯，我也猜测25号预产期，家人们啊、嗯、但有好多人都说啊，家人们都是58天啊、嗯、也就是说明天，家人们啊，明天就能生。万一凌晨生怎么办？凌晨生的话那肯定谁都整不了，家人们，他如果真要凌晨生的话谁都整不了，连我都不知道。咱们你就比如说现在3元爹不睡觉，如果半夜没生的话，明天如果明天早上生我都不知道。所以吧，家人们，咱们现在只能看，老铁们只能看，如果现在腐牛没有症状的话，如果他现在没有生的状况的话，咱只能下播，3元爹去休息，知道吧？咱从明天再开始播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？我就不相信这么寸能干到明天第二天早上生，扯淡，不相信啊，感觉今晚不能生。
你说我明熬的明天早上没升，结果我刚一睡着小五分钟就升了，你说咋整？是不是谁都看不着啊？父亲后半夜升小迷糊别墅里了，父亲晚上的时候就在地上趴着，他哪也不去，他哪都不去家里。嗯，多少天生可喜欢看老大了。不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。土豆粉的话应该是明后天能发货，家吗？啊，看看明天发不了就是后天发啊，家们，29.9拍一发六袋啊，一袋360克，特别好吃，老铁们啊。哎，没拍土豆粉的家们拍那土豆粉吃啊，再继续播，马上升，马上升不了，我看你腐牛蛋子升不了。哎呀，老四当爹了，我四哥当爹了啊。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帮狗蛋到底长得像谁，家们你们感觉这帮狗蛋长得能像谁呢？像老四多一点啊，像腐牛多一点呢啊。从怀孕到生多少天？从怀孕到生的话基本上58天到60天啊，家们算算腐牛哪天生，今晚应该不会生。名副其实的当爹。第一胎希望是公子，第一个呗，老大呗，就是啊。压缩毛巾啊，家们啊，待会儿有需要压缩毛巾的话，你可以拍那压缩毛巾啊。我给待会儿劲儿啊，待会儿劲儿一下，我下播了一会儿啊。压缩毛巾特别好，老铁们，咱家这个压缩毛巾，每一个压缩毛巾都是一个独立包装，老铁们啊，19.920个，29.950个啊，19.920个，19.950个。29.9100个，家人们啊，这个毛这个压缩毛巾吸水特别好啊，家人们看着独立包装，看家人们，这压缩毛巾一个就是一个独立包装啊，看家人们啊，19.9，20个啊，展开之后特别大啊，看着没，吸水效果特别好啊，咱外出携带起来非常方便，老铁们，而且可以反复搓洗，反复搓洗，老铁们，特别厚，加厚的啊，这个压缩毛巾打开之后是34厘米乘以啊乘以40厘米的啊，家人们啊，多大忘了，家人们啊，这个展开挺大，知道吗？啊，挺好的，可大了，是吧，家人们？用过的话，你们是不是家人们？谁用过？用过扣一，家人们，吸水效果老好了，这个啊。就你洗完，你洗完之后，家人们，你用完之后你还可以干别的用，知道吧？咱这是加厚的啊，特别大，老铁们啊，就你脸那么大，而且一点不掉纸屑，老铁们啊，一点不掉啥，就因为这压缩毛巾是棉的，家人们看着吗？这块吧，我给你擦一下这块啊，一点不掉，老铁们，一点不掉纸屑，特别干净啊。怎么把它给开开了呢？嗯、啊。
一点不掉纸屑，老铁们啊，特别干净啊，还能擦什么地方？擦这儿，嗯，擦脸啊，这不是厨房用的啊，这是擦脸的，家人们啊，但是你擦完脸之后还可以擦别的，知道吧？家人们，反复的洗都没事，反复清洗都没事的，这个啊，嗯，方便，用起来非常方便。生了吗，老爷？没生呢，家人们还没生呢，啊。咱出个远门啊，住个宾馆呢、啊，住个旅店呢、啊，家人们是不是有这个东西？我跟你说，你别用的，别用宾馆里边那个毛巾，你擦别的地方行，但是你擦脸啊，擦自己重要的啊地方的话，家人们，你用这个压缩毛巾啊，干净卫生，知道吧？啊，宾馆里或者是旅店里边那个大毛巾嘛，咱们是不是？哎，擦用别的用途的话，你可以用啊，家人们。9.9块20个，19.9块50个，29.9块100个，嗯，压缩毛巾，啊、嗯，特别好用，家人们啊、嗯，还没生呢，还没生呢，四哥在那干啥呢？四哥卖单呢，四哥卖单呢，四哥，啊？四个卖单呢，老四啊，老四也开心，我四哥也兴奋呢，嗯，我四哥儿子马上出生了，我四哥也兴奋呢，英雄不问出路，我踏月色问英雄，英雄不问出路啊，我四哥不问出路，为啥虎牛都不刨窝呢？哎呀，原因就是因为啊，家们，原因就是因为可能虎牛没到时候啊，虎牛应该是没到时候，到时候他应该就刨了，到时候就刨了。带走一阵雨，辣白菜还是整颗的吗？整颗的姐啊，辣白菜整颗的啊，想吃辣白菜，家们，这辣白菜老带劲了，老铁们，辣白菜老带劲了。啊，韩式辣白菜整颗的，咱们整颗辣白菜，家人们就是因为整颗辣白菜所以好啊，因为整颗辣白菜里边没有碎白菜，没有乱七八糟白菜，家人们全是好白菜，说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你们买辣白菜不要买碎的，碎的吧，家人们，它里边什么白菜都有，一般就给你整那个边角料做那个碎的，你仔细研究，你仔细想想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那碎辣白菜。他只有拿这个边角料给你做，知道吧？好辣白菜全是做整颗的了，家人们都愿意要整颗的，知道吧？都愿意要整颗的，那不好的全做边角料了，啊，这次能生几个？这回的话，俺家虎妞人说是怀了7个嘛，家人们啊，我家的狗生之前也没有刨窝，3斤，家人们啊，3斤好吃啊。早上喝粥啥的，整点辣白菜多带劲啊、嗯！70单，家人们，咱卖了100单嘛，有家人们，咱第3天晚上上一场，卖了100单我就下播了，家人们，我说啥我也熬不住了，家人们，因为3MDA 啊、嗯，我的感冒还没好呢，啊、嗯。我就感觉现在好像又发烧了，我感觉我量一下子，我感觉好像又发烧了，因为刚才还没这样式呢，就感觉现在好像身上又冷了似的呢，又发烧了，这两天总反复。我拿一下了，我拿一下那什么温度计啊，家伙啊，我用温反复。如果发烧了，我就下播了，家伙啊，嗯，乱吗，家伙，这屋全是乱套了。全是样品这块儿，嗯，这边全是样品，仓库了，赶上老铁们，看乱套了，嗯，温度计啊，量一量，36.7，这个是，算一下子，辣白菜加吗？啊，明天就能发货啊，这辣白菜，啊，
今天拍明天发，三天两天就到家，啊，那就别熬夜了，赶紧下播吧。这个辣白菜是独立包装的，家们啊，一袋儿，家们啊，这里边我跟你说都有啥啊？辣白菜里边，老铁们啊，白菜、辣椒、大蒜、萝卜，这个辣白菜，老铁们回家用小刀给它嘎上一段一段的，啊，家们。嘎上一段一段的好吃，要不太大块了，知道吧？太大块的话也不好咽，也不好嚼，知道吧？拿小刀、小剪子之类的，家们啊，给它拉成小段，知道家们？哎，它更好吃，更好下咽，知道吧？家们，我就喜欢吃这个帮，知道吧？这个帮甜，啊，家们，哎，有想吃辣白菜，家们，咱拍那辣白菜啊，我一个手不太好操作啊，家们，其实是挺好嘎的，知道吧？一个手不太好操作啊。酸甜辣的，家们啊，这是一个酸甜辣的啊，老好吃了。嗯，家们，酸甜辣的，喜欢吃辣齁的啊，家们，咱可以整一个。嗯，11月14号生产日期啊，生产日期开始，30天到20天口感微甜，20天到50天酸甜适中啊，家们，50天到90天口感偏酸，家人们，你们看你们喜欢吃哪个口的，咱按这个天数吃，想看了吗？啊，从生产日期那天开始，3到20天口感微甜，家人们啊，再放，家人们啊。酸甜适中是最好吃的，酸甜辣适中是最好吃的。这个，大家看了吗？一定要等着生产日期之后的20天到50天，你吃，家人们啊，拍到手里先别着急吃，家人们，拍到手里之后，你给它放冰箱里，给它冷藏上，这样就算它的，就是就相当于它点烟呢，知道家人们？其实就相当于它点烟呢，知道家人们啊？胀袋也没事，这个东西胀袋也能吃，老铁啊。辣白菜胀袋都能吃，老铁们啊，这咱写着呢，家们啊，就是你胀袋，因为这本身辣白菜本身就属于发酵的东西，知道家们啊，所以胀袋也能吃。你看家们，辣白菜后熟会有轻微胀袋，属于正常现象，请放心使用。看家们啊，如果有胀袋状况都属于正常的，老铁们啊，嘎好吃啊，想拍的话你可以拍的，嗯。一拍，最近都是发烧的。我啥时候？我刚又忘了，我什么时候放的温度计啊？我等会量完温度的，家们啊，量完温度的。哎，不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。迷糊蛋子，啊，走啊，下播呀，迷糊，小迷糊蛋子可想下播了，家人们，他可想出去玩去了。啊，每次下播之后，小迷糊蛋是第一个冲出去的，啊，第一个冲出去的，小迷糊蛋最喜欢出去玩，啊。咱直播间人都睡着了吧？啊，别传染给迷糊。我告诉你啊，除了狂犬病，除非我有狂犬病，我能传染给他，否则一切病我都传染不了他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，哪怕是艾滋病，我都传染不了他，老铁，我想传染都传不了。大家没睡呀？啊，我感觉咱直播间很少跟我唠嗑的，怎么着？啊？除了我有狂犬病，我能传染给他，家人们，其他啥病都传染不了，艾滋病我都传染不了他，怎么的？唠着嗑多余，啊，糊涂，啊，糊涂了。老大也想生，老大也着急了，我跪啊，家人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老大和 Seven 都在反复的去挠吗，家人们啊？我估计啊，老大和 Seven 他俩都有经验，
他俩能闻出味儿来，发现吗？他俩能闻出来，就是家里有狗蛋的生狗胆的那个味儿，知道吧？他俩闻着都着急。老大应该想生啊，啊，因为腐妞不刨啊，老大瞅着难受啊，他还想刨。以为自己怀孕了，假孕。腐牛肚真大，58天了，今天正好58天，老铁们，啊，今天正好58天，婆婆跟大姑姐都在跑我，哎呀，哎，来蛋晚安，家们你们也睡吧，一会儿我就下播了，家们啊，一会儿下播了，我也难受，我这好像肯定是发烧了。肯定又反复了，我就还得吃点药去，吃点什么玩意儿的药，那什么药来着，忘了什么药了，喝点热乎水，就感觉有点冷，哎，你瞅我干啥，你瞅啥，你呜你瞅啥？是流感吗？不是流感，不是甲流，就是病毒感染。人家说是病毒感染吗？家们不是甲流啊，因为验甲流了。这个甲流怎么验的呢？家们，这个甲流就跟他们验那什么似的啊，就跟验那什么玩意儿似的，就是验核酸似的那么验的，是不是家们？是不是验核酸那么说验？我验了那个。在那一给我抠着嗓子眼儿，不是甲流啊，就是普通的感冒啊，但是可能有点病毒感染吧。好了哈，好了嘞，看多少度啊，家人们，我看一下多少度，30几度，37.5，不到38。这是不是37.5？嗯，还是37度？我怎么感觉35度、36度、37度？啊，35度、36度，这是37度吗？这多少度啊？这37度吧？啊，37度，低烧，我说有点难受吗，家们？嗯，是不是37度？啊，有炎症，37，有点低烧，我说不得劲，哎，我感觉应该不是37.5，37度。然后啊，家们啊，咱们今天下播就到这吧。好吧，家们，三弟也坚持不住了，啊，我这也挺难受的，咱们明天见吧，啊，好不好，家们？啊，明天三弟白天播，我肯定白天播，来吧，啊，晚上我好好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下子，一会儿吃药，一会儿吃点药，嗯，咱直播间还有900多人呢，家们，啊，你说哪个宠物直播间能有咱直播间多？拜拜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啊。谢谢家人们，晚安，祝家人们晚安啊！拜拜，拜拜啊！感谢咱直播间所有送给 Seven 礼物的好朋友们，感谢我杰杰姐啊，感谢我杰杰姐，感谢我爱 Seven 老四，感谢姐，感谢我静文姐姐啊，还有亲家，还有亲家还没睡觉呢，亲家四号麦啊，四号麦妥妥先生老四的爸爸啊，感谢我读你姐姐啊，还有天天快乐姐姐、慧慧姐姐，还有东东姐姐、祖儿姐。啊，喜宠爱狗，感谢我雅雅姐啊，你这爱上奥斯卡，感谢我叶子姐，感谢春雨姐姐啊，感谢雪啊，哎，还有喜爱萌宠爱生活，谢谢大家，家人们啊，
咱们明天见啊，家人们，咱们明天见啊，谢谢家人们啊，谢谢大家伙今天晚上来参加俺家 Seven 的生日 party 啊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明天几点播？咱们毕竟明天不定时直播啊，老铁们，可能白天播一天，老铁们啊，因为腐牛蛋子，人说明天都能生啊，咱不知道呢，啊，我也不想错过，嗯、啊，我说大家伙肯定也不想错过，对不对？啊，明天再说吧，啊，拜拜家们，拜拜，谢谢大家啊！你关注给三月店管点关注，整个特别关注啥的，肯定都会有直播通知，啊。你像我懦弱，温暖翅膀留给我，双击梦掉落。